他追你，他就暴动。呀，哇，有一点，有，那个宅，吓死人。我倒是听到虫鸣鸟叫的声音。是听到虫鸣鸟叫，还是听到我在吃自己？单手龙，一堆没看过神奇宝贝。哎，听说单手龙蛮强的。现在有没有噪音啊？听说没有，没了，声音好小啊、哦，还是我调太小？哦，是我调太小了。那我拉大声，大声就会爆。我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了。没有，是我自己刚才 Discord 调的。这样嘞，这样嘞，有没有爆？是没有，没有。看它是随机的，是不是啊？有没有要晚上的？没有的，我要跳楼。嗯，不用，okay, 跳。我是没差啦。我要先开抢客。哎，又是交换者。好啦，又是尼多兰了。这个就不用了，这个就不用了。我等一下，你们把自己清空了，好吗？直接唰，直接扫完。你说哪里梦幻那个点吗？对啊，梦幻这个地方直接被我扫空。因为没有办法，因为全部都是树啊，就是清空比较方便。啊，也是啊。小厉害。不止，而且说这个地方，如果一清空那一瞬间，你挂在这边，你很常会碰到传说级 BOSS。是哦。梦幻比较常出。不是因为不是，我觉得是传说的。所以连米神都要一只梦幻啊，人手一只梦幻。我不确定他有没有抓到啦，我只知道他有遇到。我有抓到，那、欸、不错啊、欸，米神马上出来了。米神，你这个我在弄这，你要记得那个我们神兽只能够放一只哦、喔。我没有神兽啊、欸，问题是，我算了，50等到60等可以用神兽啊。没有问题是，我神兽都70等啊。梦幻出来是70，他预设就70。啊，对啊，所以这一次能用神兽只有无形的那个吧？他可以用，他有两只可以用。哎、欸，说凯鲁迪奥还是什么？凯鲁迪奥跟那个拉，哎、欸，是拉迪欧斯吗？拉迪欧斯70等吗？哦哦，因为。不是、哎、8点了，不是使用了就有效啊。凯路迪欧他降防御呢，但他还是神兽啊，他只要有很强的招式可以吊打其他的神兽啊。啊，对了，我那个什么，凯路迪欧是那迪洛、欸，你要不要跟他们讲一下我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他把神兽打死了。哎哇，惨啊惨啊！对他都这样哦，你需要一颗大师球。没有，我没大师球那时候。他所以你这次参加比赛，好好认真一点吧。失手把那个打死了。对，他失手把他打死了。我想说丢精灵球的，然后结果不小心按到打他。嗯，我真觉得这只挺帅的，一拳就把他揍死。对。哎、欸，八点了，看起来有个红。Yeah. Hello， 我先敷个蛋红。Yes， 八点六，去哪喝？ Yeah, 我才刚开就看到 YB 在我聊天室里面。当我想要讲一样东西 ，C 罗，我肚子饿了，我要去买拿东西吃。干嘛？你要去拿东西吃？你特别跟 C 罗讲，好搞了，好像你要叫他做饭给你吃一样。没有，他下厨。哎、欸，拜托，在马来西亚太远了吧？冲去坐飞机，然后把外送。哇塞，好贵哦、喔！好贵哦、喔！哦，对了，那个你那边超贵。那个上周的时候，我的那个什么，我那边我公司那边在帮高雄图书馆总馆那边弄了一个专案，是那个什么海洋的那个小游戏，海洋一体的小游戏，跟环保有关的，就是可以用手机、哦，然后你把那个土鱼的图卡画完之后，你用手机照、嗯，然后你的那个土的样子的图案就会被弄成那个鱼的样子，像在那个电那个荧幕上面这样子，哦、然后可以这样互动游戏这样。哎，我那个片头片尾用超久哎、欸，两个多月我就花在那边。有钱拿吗？重点我是领月薪的你，
那也是嘛。你月薪，我这个东西还有其他钱可以拿，也是很厉害啦。有没有什么分成之类的啊？不是啊，开始分红啊？他是没有啦。怎么可能？那就太可惜了。超级孵蛋王。怎么？我们周应该每个人都孵孵一次？干嘛？我设定没有没有，我本来想说搞事，没有我用 PSI 啊，我用 PSI 想说把那个保守用集中一点，然后就奇怪，我上一次被抓了，我们就被吸过去了。我上次设定也是只有生物啊，为什么现在连人都当伪兽国？不是你当你北鸟，等一下，你当我跟雾青不是生物吗？我说生物不是非玩家好吗？等一下，肥鸟就是已经是动物了，它不是非生物啊。它不是玩家，嗯，它是个动物，所以它没有办法抓自己。当我看到大鼻鸟的时候，我就说，是大肥鸟。哎呦，哇，你自己讲出来的，我们什么都没讲，你自己讲。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可以没有问题。大肥鸟 ，what？配个队伍啊！哎，那个啊，对，另外我说一下，我那个我抓了大概有八只还九只的那个招式学习皇。哦，可以换招式的。想问一下，谁要那个点击换招式？我抓了很多。点击更换招式。对，点击更换招式。等一下，开战前再调整吧。对啊，等一下，西罗，你在哪里啊？梦幻这边啊，怎么了？所以要打的话还是去我家屋顶上打是吧？应该是没错啦，只有你家是最适合的，基本上就是你家那边在有那个东西啊。除非要再盖一座啊，盖一座需要时间呢。既然我外逼盖的这么辛苦，我们就每次都用那里吧。所以说要再盖的，所以要再盖新的一座需要台路叫什么？小帮手啊！那个梦幻这个点会出裂空座，可是几率很少，很低，只有出过一次。很低，我们只有看过一次。你们那个也是有设点的，是不是？有啊，有啊，那个江狗、这点还是我发现的。你西罗，你要不要这个？哪个？给你。然后梦幻这个点啊。没有有很低的几率会出小火龙跟卡比兽，出的几率比梦幻还要低。那我有啦，就梦幻最高。应该说卡比兽会还蛮高，算会变得比较高一点。因为说因为我那时候出第一只卡比兽之后，我后面就直接连续看到两只。今天会有谁啊？今天就只有这个，还有这个，没错。啊，所以到底还有哪个？到底是哪一个？就按 tap， 就你看哦，一看知道那 ID 就知道 ，OK 好就可以。几台啊？是谁啊？我不要再讲了。这只应该是好的。就每次说，前几天啊，就很多观众就问我啊 ，Tuesday 有谁啊？有谁？这些啊？有水啊？有水啊？有地啊？嗯，怎么听山啊？有海啊？你怎么听起来像在召唤地球超人之类的东西啊？可以啊，这是什么名字啊？怎样读啊？我都忘记了。什么？你说地球超人吗？这个，来，飞鸟补一下。什么鬼？飞鸟补一下。西王有人要吗？那个啊，那个。Mega 石。谁选木手工？等一下，我好像是选木手工的是吧？我看一下，对，我是选那个，我是选那个，哦，我是选波加曼的。这里面开始谁选木手工的？等一下，鬼师通要怎样进化耿鬼啊？我现在进化不到，你要用交换机，通信进化。我们这边连线交换，连线交换超方便。哦，来 C 罗给我交换一下，再交换回来一下，谢谢。这好像是我上次做的事情。这好像是我上次做的事情了。你那个是上上，你对你们来讲是上上次，对我来讲是上次。我不能，我觉得那个鬼石通有点没有进化，我觉得很不习惯。哦，好来，是不是在那边也在做个交换机之类的？我们干脆在那边再盖一个那个宝可梦中心好了。等一下，等我交换一下啊！进化了，二秀。哎呀，还在孵蛋，进化啦！哦，耿鬼很可爱，
很像猫。哈？猫啊，很肥啊。应该是它上面上面那个像耳朵吧？对啊，很像肥猫啊。我的。一瞬间我以为你在影射某个人，可是想想应该不是。不是啊，哦，真的很可爱的，你看，哇，蛋好久，摸摸，孵蛋大概要孵多久啊？不一定呢，三个小时吧。没有那个，你要看你那个，你要看你的蛋的等级，蛋的那个分类啦。茶包模组基本上你的蛋越久，你的蛋越久才会孵化，基本上它就是算越高级的。当你想要茶包模组，你拿到蛋的时候，你看那个说明就可以知道了。那个有写要特别久时间，那个是基本上都是准生的。哎，啊，没有写的话，就是一般的随机这样子。等下这个模组是不是有没有那个什么时空精灵啊？啊，时空宝可梦有吗？应该要看吧，我们没有印象。嗯，不是你要现在拿个两颗蛋吗？哦哇！先说那个，可是那个身上有那个，嗯，那个叫什么啊？瓜牛或是虫虫，它的特性是熔岩铠甲的话，孵化时间是减半的。对，应该说你有火，你有火系，你包括的特性，你去看特性，它是火焰之躯。或者熔岩铠甲的话，它就有，它就会提孵化速度会提升，就是会孵化时间减半的，减半的。对，哦，那么爽。西罗，跟你换两颗蛋，不是把它变成荷包蛋啊？来啊！哦，有哎，有，我已经看到，我已经有一只有了。然后西罗家这边有那个孵蛋步道，来两颗蛋。欸，他只要走路就会那个嘛，所以没有，你脚上放上来就好了，他轨道会自己跑。对，好，所以我知道，所以我知道那个轨道。听起来这么，怎么突然起效？安安，所以我不用按准备交换了。好 ，OK， 两个蛋就这样子。我看一下什么。所以风波在盖哦，我身上有多一只熔岩虫了。我在练等啊。虽然我已经有一二三四，我已经有四只够了，我再练第五只。没有，我觉得我最晚来了。这个感觉好像哪里不大对劲。我是最晚来的，所以我一定是最没有神奇宝贝。其实如果其实你有高有人带高等的话，那边的就会提高了，等级就会提高出来。对吧？哎，风暴你要蛋吗？好啊，等一下。哇靠！我觉得我后面的那个 KF 是最烦的，你把它弄掉啊！到处送蛋，给我一颗荷包蛋，谢谢。没有，没有，一次就是两颗。哎，我觉得我还是要弄那个嘛，一次就是两颗，谢谢。你的一次就是两颗，就是说是一次就一，我们非得要拿两颗来回去。对，啊，那给我。应该说一颗是那种一般的，然后另外一颗是比较长的，我分类出来。啊，你说是紫色蛋跟绿色蛋的吗？可是它看起来都是绿色的啦。我知道啊，是吧？哦，我先抽给我。我在这里啊。你们在哪里？你在哪里？飞鸟在你家。交换机好吗？啊，哦，原来你们有交换机。你是说在？你要那个铠甲虫虫吗？哪里啊？哦，安哦。飞鸟，你可能要拿两只废物跟我换一下。我看看嘛，养只肥蛋，那我得要那个。养只肥，我好像很多很多蛋，我很多蛋没过啊，真的。他知道，他的百变怪很多只啊。因为我只有两只百变怪，所以一次只有一颗蛋。为什么在跑步？因为我在孵蛋啊。啊，我们大概是九点的时候开打哦。好 okay, 那我们在这里跑足一个小时啊。是要带在身上嘛？对吧？啊，当然是带在身上啊！除此之外，还有可能。请问一下，你有玩过宝可梦 Go 吗？没有啊。有啊，那请问蛋不是是不是蛋？请问蛋是在我背包里啊，哪在我身上啊？打脸自己。蛋鸡啊！啊，就是要走步数的啊。
我知道，当然知道走步数啊，我当然知道。哎，趁这个时间宣传一下自己的影片先。啊，宣传？对呀、啊，还要做宣传啊！我粉丝团那边还没发布奖，我只在7月16号的影片。我都没有啦，那些我都没有，你看，不行啦。什么东西不行？这么快就不行了？你要快就不行了。哦，观众又等一下又挤我，又挤，真的嘞，做人很辛苦的，挤都可以挤。哦，别挤了，挤挤复挤挤。无形，哎、欸，怎样？是我错觉。下一句说出来会被挤。嗯，这样接的可以了吧？下一句是飞鸟会被挤。去你的大肥鸟会被挤，因为我火箭队一直拿那大鼻鸟啊，我就想说哇，为什么这么多大肥鸟啊？他们很多鸟鸟哦。就那时候我就想说，哎，讲错话了。他们很多鸟鸟哦。话说在交易所现在没有人挂嘛，我把那些宝可梦清一清哦。你清吧。哦、也行啊，随便。你没差。那个我是只有在三个地方我有放告示，放个布告栏啊。那如果说你们有碰到那种比较新的那种传说宝可梦或者是稀有的，你们再把它 nerf 掉，填一下。啊？填一下？对，可能。布告示板啊。告示板哪边啊？布告栏。啊，不是在这里吗？布告栏的告示板。啊，我应该去那个 Pokemon 世界是不是？是在那个交换机。哎呀，等一下，配个招，要等一下，直接打。学习高安 B 是让他不会获得经验值吗？嗯，什么？你说哪一个？就是在宝可梦的概要上面那个小小的 L。嗯、你确定要让学习关闭？有，他还有这种功能啊！还有这功能哦、喔，你的布告栏哎。可是我不晓得他学习关闭是指什么意思，可能就把所有全部东西学习的，可能是说他没办法就不会获得经验那一类的吧，我猜，还是不会获得新技能啊，可是也可以不想学不是吗？嗯，学习关闭哪里啊？你哪来的布告栏啊？哦，这个哦，嗯。哎、欸，希罗，我来跟你换那个换两颗蛋呢。我来跟你换蛋蛋。嗯，煎蛋，荷包蛋 egg。好饿、哦，这是什么？啊，哪边？披斩司令，这是什么鬼？什么东西？啊，是二星蛋。来，我来。是说我来了。是说 Pokemon Go 已经有那个哎、欸，有了吗？有那个火箭队更新了。什么火箭队？火箭队更新啊，你可以跟他，你去找巴哈，你就看到了、啊，你就知道了。哦，大力哦，哦，敌人姐，敌人离孵化还有一段时间，到底是多少时间？没关系，我就让我的压锥火龙，十分左右吧。我就让我的压锥火龙孵蛋，所以我只要大概5到10分钟应该就可以了。他是靠走，你他是算他靠走路，他靠走路吗？他算步数的，他算步数的。啊，哎呀，哎、欸，哦，我按错了，是按错。1500的经验。喂，哥。268。哎呀，我这次有准备了好几只，我觉得还蛮有实力的。我好担心，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嗯。你也拿第一次哦，别加油！我也大师兄，你也参赛了。我这次有调那个，我这次前三名都有大师兄吗？至少有一颗。是哦，就是第三名至少有一颗啊。我这次放的很大。第一名有多少？64。我应该会用这一只，然后。三只啦，对不对？哎、欸，有宅呢，那个宅是谁？我的吗？不知道，我不会看，我没有开 Discord 的那个显示功能，我就不知道。这个杂音听起来好像是一。请问服务器有谁？就是有这个，还有这个。
我刚刚有一段时间是关麦的欸。我现在有点不想多说了，你们自己看就好了。嗯，哦，有有，我的大师球还有两颗还在，没有谁的很之前的那个烧毁事件消失，还好，还有烧毁事件，哦，你说你带烧毁事件了？对啊，直接把我的哔哩哔哩直接给烧毁了，我的袋子，太傻了，那个我也知道了，那个几率超低的，欸，谁会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啊？对啊，你的那个你的超能力就直接把你的包全部喷掉了。对啊，还有我的包没有了。我觉得之后我把我的家里面盖个城门在吧，应该需要时间。啊，最近有个概念就是想要盖城门，嗯，但如果盖不出来的话就算了。好吧，盖不起。哎呀，没有，如果盖不到的话，我就去我自己的世界盖就好啊。对嘛，如果可以的话是可以这样子啊，我不行的话，我不行的话就不理我，嗯，不行就是不行。对啊，这个不行就不理我。那个青石我要不要选？我要不要选全部都是猫的上场呢，欸啊嗯？你讲猫？哎，别跑！招式学习狂，你需要吗？哇，还在走路呢，还在走路。Moonstone， 所以杂音是我的吗？也许吧。啪啪啪！怎么突然有人在那边？西龙的百变怪好像一直想要逃家。他说：“不要再，不要再让我生了，拜托你。”已经精尽人亡了。也不知道他是他的性别到底是公的那个还是母的呢？也许两个都是公的，啊，那本来就是双两种性别都可以，不是吗？他是没有性别的，他算是第三性，欸，不对，他算无性的，啊。嗯，他没有性别啊，中性。啊，我忘记补血了。怎么感觉按 F 5看我自己好像很怪啊？怎么？你是穿的什么东西吗？你自己过来看。他那个角色弄了很多那个耳朵跟尾巴。嗯，没有啊，现在我是缩小了。米神现在在哪里啊？我在跑步机啊，跑步机。健康不动，健康不动。我要到我等一下运动，我等一下再过去。我现在还在整理我自己的东西，是没有时间去整。真的，对，没错。哎，C 龙，你有看到我在站吗？我告诉你们两个连在一起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靠你们两个连在一起。那个是因为那个演那个人多，所以他有点延迟，然后就变成。嗯，哎呀，分开了。你有没有看我一直在动？是啊，我看你一直在动。可是那个画面很奇怪。是啊。你要看我捏出来那个角色吗？我给你要看。不用，没关系。我先跑了。不用。西罗，西罗不想看，没有太可怕，太可怕，真太可怕。西罗完全不想看到，然后又没有办法上场，等级不够，还是等级不够吗？嗯，因为猫又是西罗那个拿蛋给我，从一等开始练。啊，要不然我可以跟你换，我这边有一两只那个我没有练过的，你可以拿去直接换招式。你说猫右斩吗？你付出的是猫右斩啊。对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啊？这边有这个声音，没关系，我有准备好其他三只。突然跑来一只好肥好大的东西，对对对，啊，是肥鸟吗？对，对呀，啊，你看我们两个小孩子在跑的时候，突然有个很肥大的出现了，而且还要装备很大了。不是，这边都有蛋糕啊！这蛋糕是什么意思啊？我只是穿了盔甲，比较大只，好不好？这个是孵蛋，对，需要的，因为用这个可以加速他们。来，碰破给你看，我捏出来的角色。你要走出来，要不然的话你一直换我们，只是让你不要一直跑而已。你到底是你那个鼻子应该是不要装，我会觉得会比较好，其他都没事。可是没有办法啊，他的鼻子一定会有哎。那你可能要戴面具了。鼻子可以调啊，我没有装鼻子啊。欸，可以调成浪吗？小只的。对啊。你怎么看？现在米神这个样子很像是那个林中小屋的那个脑鬼的。
缩小的样子很像那个脑鬼，脑鬼就只差没有在天上飞了。我、欸、天啊！哎、欸，有百变怪在这边玩，好玩。哎、欸，百变怪上健康步道比较好笑，他们会跟着那边走。哦，我的弹药裂了。嗯嗯，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一，如果你要很快的话，其实那个动元熊跟白海狮都至少确定一定有50吨，所以。你是可以用那個。我这两天蹲的时候，其实白天升阿熊的几率没有那么高了，晚上还是一样，只是白天升的几率变很低。还是你要口袋的话，我这边50吨。没关系，我有准备啦，只是说我觉得猫又等级完了，不上场有点丢脸，走样了，不让他上场可疑。走样了，走样了。不行不行不行，我把它调回去。什么、啊？没有，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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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要看好那个画面。那个画面我什么都不知道、哦，那画面总是很奇怪。你有正常过吗？嗯。现在是那个是不是我的、欸、武器是那个卡住了？飞天宝 server 是吗？这样可能、啊、卡住，可能太多人在践行了。嗯、哦，是啊，我知道。好，不错，太多人在践行了，所以可能撑不住。集体健康步道、啊。哎、欸，好，西罗要一起吗？为什么就是这个感觉？你很像是那个火箭队那个秘密基地，然后他的那个迷宫的感觉。是啊，没错啊，没错啊，就是那个东西、啊，是这个没错啊。我觉得一等下一过来就觉得很奇怪了，点不到点不到。我可以看到那个蛋什么时候会孵出来吗？它有点裂掉哎、欸。它会裂，它会慢慢裂。它裂开有两个阶段，你就慢慢看就好了。好像两还三个阶段吧。两个。这个比上次的那个茧什么的好，那个蛹还是茧什么的好多了。我茧什么蛹？茧什么蛹？什么蛹？就是那个会长出那个动物的那个。哦、这才是真正的蛋，对吧？这还真的找不到我飞行器的放哪里。看这个，走到腿断吧，这个踢退步道，这就是走就对了。传说中的踢退步道，我就蹲下那样。对，悟性，你之前用那个躺的姿势是这样。哎呀，我做的拿错了、哎呀。都有按键冲突啊，不过通常是 Z X C V 吧。大家都在走路，打我这颗蛋到现在都还没裂呢，所以它是在按键上面。嗯，你有装那个吗？你有带那个？有啊，我带一个瓜牛。嗯，熔岩瓜牛，它带一只只能只那个只有一只有效果，对不对？对，只有一只有效果。哦、对，它不会叠加。对，而且说你要先看一下那只的特性，如果特性不对的话也没用哦。啊，火焰之躯啊，那個、对了。是吧？嗯，火焰之躯破容易铠甲。啊，火焰之躯跟龙铠甲都各带一只，也不会叠加哈。不会，就一个而已。我们现在是在独手抽之类的吗？哈哈哈哈没有啊，我们这哪是手抽，这好几十抽了吧？不、啊，那个赌那个赌那个孵那个看是什么金蛋还是银蛋之类。光蛋。或许那个比较久了，又可能孵出那个什么兵？怎么有一个人一直带着一只鸟在飞啊？没有，那是我的斑鸠啊，那是我的鸟。不要放鸟出来好不好？我检举了。我放鸟出来，那个我们电脑上面不就有一只鸟了？哎呀，哎，你是说那个某家那个某家电脑萤幕品牌的那个三只鸟吗？还没有啊，是那个头顶绿绿的鸟啊。啊？对，头顶绿绿的。哎、欸，所以看那个，所以你们宝可梦那个电脑旁边，哦，不见了。那个宝可梦 Go 现在有那个火箭队更新，所以变得说是有几率会发生战斗啦。嗯，对啊，然后就是它的那个补给站会变黑色的，那你走进去，然后就变黑色，然后冒一个人出来这样。
你就可以跟他打。还冒一个人出来哦？对，会冒，就是野生的火箭队出来要跟你定格机啊，定格机、欸、因为现在在跑都蛋 ，OK， 我们来拿血取来玩另外一个宝可梦的。有的蛋已经裂到一半了，恭喜恭喜恭喜！到底我的蛋会不会孵出蛋蛋呢？还是孵出什么其他东西？有孵出什么很稀有的吗？还是不会啊？有吧，很稀有啊。啊，嗯，金属怪就别了，金属怪啊！我上次还有另外一只什么，欸、不是有两只说是准神兽？对啊，我忘记了。就你手头上那两只啊？那一只是金属怪，另外一只我忘了。另外一只是什么？我忘记了，我真的忘了。反正我就开始看有哪些有一等的，就跟你讲，就问一下。哪些有一等？哦，那个暴飞龙啊。啊，他那个孵出来后就是一等对吧？一定是一等吧、啊，就跟那个化石，就跟那个化石孵弄出来也一定是一等啊。哦、是冰岩怪吗？还是不是那个暴飞龙？我要它在哪里啊？哦，有找到了。哎、欸，我到时候蛋孵出来的时候是它会直接它会有效果出来，是不会有。还是就直接出现在你的左边的那个列表裡面？它出现在左边，然后那个系统又跟你说你孵出了什么东西？你什么都没有孵出来，这是一个空包蛋。你的蛋已经熟了，好吃。既然是一个荷包蛋，啊，双蛋黄，恭喜！双蛋黄，双蛋黄啊！啊，超音符。嗯，哎呀，吃饱饭，那就是要来吃一下水果。高山上强者啊，不是巧克力吗？我回没有，没有，还有水果。我要去拿巧克力了。现在那个宝可梦，我们这边宝可梦进化之后，它的特性会换吗？还是不会啊？会啊。嗯，来顺便充一下我的滑鼠的电脑。哇，另外一颗到现在连一个裂痕都没有，天哪！你看那说明啊，有说明是写要比较久的，那个基本上都是我的上面什么说明都不写啊。哦，要，你要右键继续按，右键它，你要右键对。我的蛋竟然没有招式，可恶！嗯，实在有它。会孵出什么呢？离孵化还有一段时间，好久、啊。那很快啊。离孵化还有一段时间，那就是已经一阶段结束了。你在迈入第二阶段。如果拿到蛋就是血浆，那就是一般的啊。嗯。如果是准神兽，会有另外的写法。感觉可能孵不出任何东西出来。拿到的可能，我拿到的可能是假的蛋。我练龙虾。那就要跟西罗讨就多一个蛋了。没关系，我很多。水水踏是不是哪一个世代的御三家？怎么可以哪一个？水水踏。好像是哦，但是我忘记是哪，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世代的、欸。忘了、嗯，也很久了，没印象。对。我这边听到一直听到他在讲，不管不管不管，不管什么东西，不管，就是你那个富裕屋那边一直冒出来的声音啊。你那个蛋生，你是用孵育屋生蛋出来的嘛？那孵出来的都蛋是随机的，就是。如果是百变怪的话，就随机的哦。所以它是第五世代的。啊。哦、oh yeah, 你们全部停下来了，然后突然开始动了，吓一跳。那个孵蛋之旅。电等之旅，一个电等之旅，真的很多在一直在喊不管啊，超像在喊不管的啦，不管，不管，不管，超吵的，不管，不管，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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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讲到后面，听起来像在讲波卡了，波卡。没开玩笑，你听讲到后面越来越像讲波卡。还有猫嘞，没有，那个了，没了，那个了。
我等一下是不是应该回去看一下蛋，因为我枪可开着。我先把我的。我们还有30分钟可以让我们跑。跑起来！你们是不是都有放你们说那个叫什么熔岩盔甲什么的、啊？有啊有啊。嗯，哇，我没有，我发现好像很有差别。我现在才只有一颗蛋，才有一点点裂。一样啊，我还有一只那个可以给你。我现在还有一只完全没裂的，跟我换一下啊。我是没有啊，我只是要拿来孵蛋而已。嗯、结果是加成防御属性。我要不要把交换机干脆拿过来算了？没有，就坐这里好的吗？这里没有。我先在交换机那边等你，你已经到了。到了。哎，我看一下，我往哪一个来换呢？随便拿就好了。哦，等一下，我扶到。我扶到什么你扶到谁？完了，完了，啊，完了，啊！我要这个。干什么？你扶到了什么？早王啊！早王。你是说乌波吗？对，乌波进化吧。乌波还没有进化，没有乌波进化之后才是早王啊。对啊，但他现在这直接是早王啊。哎、欸，一等的早王、欸、太怪异了吧？对，一等的早王。哎、欸，等一下，我发现啊，哎、欸，哎、欸，哎、欸，干嘛？哎、欸，我要复制。欸我好像发现宝可梦通讯机可以复制啊！什么叫宝可梦通讯机可以复制？问号。你过来看吧。啊。等一下，我蛋。哎、嗯，我四颗蛋快裂了，但是我还有一颗蛋，为什么还没裂？再来通讯机这个。bug 哦，因为我跟希罗之前有上来，在上面真梦幻是有发现有发生过 bug。你可能要重开一下、啊，你可能要重进游戏一下、哦。对，要重进游戏，然后他就回来了。是哦，那个我们上次发是 bug 很好笑、哦嗯，就是他的那个猫右转跑到我这边来，然后我的神兽不见了。对，然后我们两头那又好了。我还有遇到一个 bug， 就是我蹲跟宝可梦是不会出现的、哦，然后 C 罗蹲就有了。是这样子哦。欸、我真的复制成功了，太棒了、啊，免费的人。C 罗，你要不要来看看？免费的。没关系，不用。我现在在跑蛋。我现在在跑蛋。希罗拒绝你了。哎呀，不出一只伊布。哎，不错啊。很好啊。我要。啊。希罗，没有太阳眼睛。没有，现在有三只伊布了。我跟你讲，如果你可以把太阳伊布借给我吗？或者是给我。他太可爱了，他太可爱了，我完全接受不了。什么叫接受不了？你就很接受。他完全没有抵抗力。我已经否射了啦！吓死人啊！我在盖东西，然后就你在盖东西，然后我已经否射了吧？吓我一跳，突然回溯了一下。哇，你到底在盖什么？哦，那个、啊，我看到你在盖什么？那个、啊、冰，那个冰冰砖的那个花啤酒啊！啊。上次的时候有讲过了，是啊是啊是啊，还有、啊、现在白天升那个阿熊的几率没有那么高。Beer, hold this, hold my beer。哎呀，一次冒三只，冷水猴、歌德宝宝、暴雪王。可是离这个有点太近了，我应该要缩短。等一下啦，为什么你有三台呀、啊？而且哇、欸，哪那么多台啊？我的手复制成功了吗？交易机也太多了吧！我在孵蛋，我在孵机器啊！我觉得是他那个问题啊，他这个我是这样，就是用建筑法这样包一颗方块，就是包我们那个交换机，然后就交换机没有消失，他只包到一颗他的那个其中一个方块，然后我放出来后，他又变成一个实体，然后实体后我再把它敲掉，就变成一个机器到我背包里啊。叮，吓死人了！ Yeah. 如果哎、欸、对吼，如果我们进入暮光森林后，他那个工作台如果可以把这个机器的材料还原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来产铝片啊？哇塞！不用啊，这个机器敲一敲不就好了？产铝片，然后不用敲啊，复制直接分出来就好啊，只需要一点经验值 啊。那经验值我有很多。呀、yeah, ，我找到新方法可以产那个，那要不要借我试试看用这个孵化机的子弹？啊？那个一个孵化机借我试试看。不要啦，
我这边刚好，我这边刚好两颗异步带用火就有了。你有了，你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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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哎、欸，话说回来，那个你们说那个他那个龙岩盔甲是要什么？特性啊，特性。概要啦，算是概要啦。概要，看概要，然后它会有个描述啊。哦，我就直接复制这一只来。这概要呢没看哦，那是不是我没有看？我给你的那一只是辅导的。哦，辅导。对，我原本就有一只瓜脸有那个特性，就又辅导一只虫。一等的啊。欸、哦，我也有啊，只是我没看到而已。哎、欸，靠腰、哦，不错啊，没关系，没关系。一等的太阳一步孵出来的，太爽了吧！太阳一步。哎、欸，希罗，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到时候你这边盖亚的时候，会不会跑到这边来啊？会爆掉、啊、这里？我这边的那个场地会不会被爆掉？盖亚不会破坏啊，不会破坏，不会啊，除非肥鸟啊。干嘛、啊？除非肥鸟那个地雷有机会。哇！你在吵，我直接拿去炸你家！走！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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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吵哎、欸！怎么听起来像是那个某种土著在喊的声音？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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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敢！你是那个大富翁室里面的乌咪吗？不敢想敢不敢想！奇怪，为什么我另外一只好像不会？另外一个蛋好像不会孵这样子哦，好、哦、孵出了什么？有点裂痕哟，已经有点裂痕了，有点裂痕了。对，我这边都有点裂痕的。我这颗要比较久的，终于有点裂痕了。它的描述是，恭喜恭喜恭喜！有些许接近孵化，可是感觉好像还是要一段时间，对不对？它的时间应该是真的比较久，对啊，比较久。你还需要一段时间，就是你还有用那三十分钟来跑。我三十分钟孵化出来是可以啦，问题是孵化出来我又没办法让他上场。欸，我的虾子要进化了，要变成烤虾了。嗯，要变成石头虾了吗？香，好吃，还是那个还是什么海鲜香海鲜虾？破图是不是啊？还是盐烤虾？哎、恭喜铁壁枪虾进化为钢炮壁虾了，好难讲的名字哦，好老手的感觉啊！先就直接叫你钢炮吧，听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听起来好像怪怪的。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孵蛋吗？他们还在孵蛋步道，孵蛋的替来到孵蛋步道，孵蛋的替退步道，好吧，替退的孵蛋步道。跑一跑，让你减肥一下，精神就100倍。哎、欸，延迟，延迟，我想开风箱啊！我另外一只好像不会，我另外一个蛋好像不会孵这样子。什么叫孵这样子？听不太懂。孵这样子，好像不会孵这样子。哦，哇，偶尔会动一下，些许接近孵化。我来了，不要跑。嗯，我们这就像是要盖孵蛋塔的时候，真的会小一点。40多等，可是上不到场。哎、欸，有出来吗？哎、欸，怎么没有啊？没看到。哎、欸，我有放出来，它是因为有啦。哇塞，这什么鬼啊？哇哦，这是什么虾？好吃的。这看起来不像虾、啊。我还以为它是 motorcycle。嗯，骑乘真的。要开始、欸、没有哎、欸？要开始驾驶机车了。我胡王好像是他不能骑，钢炮臂的，钢炮臂侠、啊。他本体在这里啦，他那个很像他的是他的手。这名字怎么感觉有点母汤？不能骑。哎，起来像是他感觉一台摩托车，然后旁边有一个那个辅助。你说那个小的座位吗？有啊。那个小的座位是本体啊，这个就叫这个根本就只是单身的虾子而已吧，知道吧？我的右手，我要回去练。他的左边的钳子的营养都跑到右边去了。他那个只要是右手断了之后，然后他的左边就开始长大，然后他就长出右边的小手。对
这个就是那个招潮线那一类的那个方式。我总觉得好像旁，我总觉得好像那个主体被剥壳之后就用硬塞，用硬塞在旁边，有没有？好吃。Yeah, 他的手是缝上去的，感觉那不是手啊，那感觉就是一个，还是没有。那颗小的比较像肉，然后旁边那个比较像外壳，有没有？嗯。抱歉，今天不行。Not today. Not today. Thank you. 这边我觉得有在玩模组的情况下，你好像不太能够讲求什么这个精确走位什么的，因为那根本不可能做到。很困难啊，是啊。有没有人有那个什么荧光石灯，或者是那种南瓜灯之类的？我们有种南瓜吗？啊，没有没有，我自己就有南瓜。没有吧？我自己就有南瓜，自己就有种啊，我自己就有种，想起来了。不是你要荧光石哦？我不知道有能发光就好，因为我这个是拿来那个铺让它有发光的地方。我的地下室有荧光石粉。啊。荧光粉，依平常都是用那个吸荧光粉的。我用养蜂养出来的，什么吸？还是用吸的？所以眼睛就是黄色的。哦，这里皮荧光粉很纯哦。特别工厂，好吃又好到位。鱼就是在吸火把的。好吃，太大个了，要怎么吸？我觉得可以了，还是要把它磨成粉，不对啊，磨成粉就不行了，就不是火把，而变成木屑跟木炭屑了。我最难过。好嘞哥，卡卡的，你们大部分人都在主世界是吧？对啊，我在，哇塞，这个哦，面对这里，这主世界好没有。是因为都在那边走的关系吗？还是利罗，你的伊布在跑步机上面呢、啊？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啦！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所以哪个会站那个啊？斯洛世界的颜色还蛮高的哎、欸。斯洛世界为什么？不知道，还是那台、啊、哦，又跳回来了。又跳回来了。现在我在斯洛世界，但是主世界还是一样蛮高的，是，还是一样也是蛮高的。看一下是哪一个、啊？舰队啊，风破！哎、欸，我另一子弹好像很慢哦。这个错了，我今天啊啊！哇！在那里开始下起暴雨了，嗯，暴风雨起来，我还要算那个。好，我确定我看到的是一。啊！你在调，他在调麦克风了。哦，是我的。对。那我就等一下。啊！我这支弹好像有点慢呢、啊哦。我孵出了尖牙露莎、欸，哎。啊，那只哦。哎、欸啊，我们家刚好有一颗 Megas 是烈牙露莎，是它的进化。有啊，那个我打了两颗。哎呀，可以给他用。打两个双就出去。算了，我去火箭队玩一下。你说 Megas 吗？手机有放旁边，因为手机的关系、啊。我们家还有什么石头、啊？应该不是吧？喂，没什么石头啊。就大部分石，因为在敲麦的时候还是会有那个声音的、啊。我刚是手表按键重插。哎、欸，东破。嘿，跟你说一下。嗯。金牙路杀是准神。哦，是准神吗？那还不错。准神兽是什么意思啊？叫我狐王呢、啊？应该说他的数值跟各方面的那个吧，他是各方面数值都会比较接近于是那个神兽类型的，神兽水准的。宝贝龙进化会变成什么啊？贝龙进化了宝贝龙，嗯，宝贝龙进化好像是那个就变成那个少年龙，然后还有就是。我靠，好像是快龙吧、欸？好像没有接触就宝贝龙快龙，不要看一下哦。对啊，快龙啊，准神宝贝龙，准神兽，快龙不是宝贝龙。等一下，我看一下，这样狐王是什么啊？宝贝龙变成宝贝龙进化成甲壳龙，甲壳龙再进化成暴飞龙。哦，暴飞龙、哦，可是暴飞龙印象中，这之前购的时候，它是一色是绿色的那一只。
为什么是绿色那一只？问号。它异色是没有，它的垢里面它异色色尾的话是绿色的，超级难看。不是啊，就超难看的啊，那个色尾都给你一些难看自己的东西，然后又很难遇到，好看的就不用想了，你遇不到。那个鱼不是好看，那个鱼不是好看的问题了，基本上色尾好像都给你很绿，你知道吗？要不然就是紫色的，要不然灰色。像之前那个长尾怪兽是那个粉红色，我就觉得很漂亮，可是我死活遇不到。真的，色尾真的有够绿的。宝贝龙进化会变成少年龙，之后变成青少年龙，之后变成成年龙，之后变成老年龙。老年龙，为什么我会想到游戏王啊？啊，你是说千年龙吗？对啊，他也是有宝贝龙，不是？对啊，对。城之内啊。像你这种软脚虾的决斗者，没有资格参加我海马娱乐集团所举办的“杀你全家，砍你手脚”怪兽卡大赛。看这个，一般人也不想参加，是吧？参加到底有什么好处啊？什么东西？什么好处？不知道参加那种东西到底有什么好处啊？不知道，也不知道谁是想参加的。为了荣誉，为了荣耀。为了赚钱，然后全家死光。他缺钱啊 ！Make money， 麦克马尼，都是白海狮啊。晚上生白海狮，白天才够。晚上比较多狮子。白天是熊加火箭队，可是白天的熊变好少。海狮都去睡觉了吧？变成濒临绝种动物，因为过度猎杀，要绝种啦！可是他掉的不是熊肉，他掉的是鱼，冰块跟鱼，那跟那个北极熊给的东西是一样的。What the？ 怎么了？你抽到了？又是一只伊布啊！哎，对，西游这样子的话，你再跟我那个交一两个蛋。虎牙龙起现。你要再两个蛋吗？对啊，因为现在没事做，所以。我可以给你一只伊布蛋，然后再给你一只卡比兽蛋。你怎么那么确定它是卡比兽蛋之类的、啊？卡比兽蛋。没有，是它百变般跟卡比兽变的啊。它然后它出来绝对是那一只啊。它会血是不是？我也写，但是他确定怎么样啊？哪个？那丢。好了，我在这。我弄三只给你。三只？对，我弄三只给你。哦，我不行啊，我这只不能再练了，再练的话它就70等了。我没有准备那么多空间，我先。那两只是固定的，然后这只是随机的。等一下。对吧？哎呀，痛！哎呀。看要给你什么，其实给你什么，其实没有差别，对不对？是啊，没有差，因为你也不会练它。不是，如果说是那种如果是那种比较平常的，我大概也不会动它。还是你想要拉达式的小拉达？拉达式的小拉。你们没看过吗？我印象中之前有跟你们看过啦。精华啊！我丢出来，那太可怕了。拉达色的小拉达，哇，很硬欸，其实也不是拉达色的小拉达，其实它算是……哇塞，这是什么？它算金色吧？这个没有，这个应该算是那种金钟长毛小拉达，这应该算是有点那种叶子褪色的感觉，有没有？反正我有好几只色尾，所以我给你一只色尾是没差。嗯。来，最后一个，我们啊，最后一个，因为我玩这一包也只有遇到一只色尾过。哦，啪！那、啊、好吧，我蛋都孵完了，我去挂那个好了，我去挂神兽区好了。哦，时间魔术师，真的那个，好像游戏网有说要出那个。有要出新动画，可是不确定是哪个世代，是新世，不知道是又要有新规则、新世代还是怎样的。
他都可以骑摩托车然后比赛了，那是不是下一次可以坐云霄飞车打游戏了？应该不会可能吧？啊，这个泡泡，我跟你的方块他是荧光石，他可能是什么吧？驾车吧？他是雕刻过的嘛？应该是，对，雕刻过的。哦，是坐火箭去那个月球那边，月球，然后可能跟月球、跟宇宙的王打的，毫无意义啊！你。我在想这个东西到时候怎么用会比较好看，这我要想一下。要看哦，科文鼠，通通的。到时候这边会先，我会先旁边先盖好外围，然后到时候再看那个木门要怎么放。应该会是用三分或四，就是你一边大概会有两个到三个之间吧，三个四个这样子，然后之后比赛谁先把对方的弄掉。哎、欸，又是招式学习者，哪里有招式学习者？在那个梦幻者。那我在那边抓了好几只那个招式学习狂。狂吗？我这是招式教学者，他是需要用东西跟他换招式。对，用 money money 去跟他换。因为招式教学狂好像都差不多。教学狂他是。教学狂他是你。可以学，我知道他之前那个学过的可以。他是回忆的、啊，他是用来回忆的。我是用到教学者、啊。对，这个教学者应该越多越好。哦，他有诈欺耶！哇哦，有没有诈骗呢？有没有炸薯条呢？你也太饿了吧！你要的是厨师宝可梦吧？炸欺这招真的挺不错的、啊，你三个蛋一起带着，不要啊！就那另外一颗，我自己那个之后再另外孵就好了。啊，我不是要有必要一定要弄？看看这个。其实我觉得游戏玩某它到现在我的规则我已经完全看不懂了。到5DS 的时候，其实前半部我还能够理解，可是后那个骑乘有点不是很懂。他好像是等一下，狐王有进化吗？什么东西？我猫又攒50等了。开心，开心，真的好快哦！等一下，狐王的有进化吗？好像没有吧？什么狐王？什么狐王？吴王，我孵出来那一只，你说早王吧？啊，早王，不好意思，说怎么听不太懂，发音好像有怪怪怪。我也真的不知道他吴王什么东西，有吗？早王，早王啊，就是一只那个高高胖胖的嘛，对不对？蓝色的，然后有尾巴。啊、哪一招分比较最好看？鹦鹉学舌，到底是哪一招？记得我的那个，我好像没有看过，好像有招数这样。哦，看到一招叫欢乐时光，它可以让战斗结束的时候钱变两倍。好欢乐，那个是专门拿那个吧？专门打那个训练家用的，对吧？打火箭这样的。我现在都有21万了。Money，money。我不打，我不打，那种火箭队。什么？哎、欸，等一下，我就把一只包起来了。因为上次，等一下，我要用它，我要换电。陆草应该要进化的，可是因为它，你不然你把那个炮手给我，我再包起来。哦，所以它变成说结束的时候就触发。我马上玩，我只要拿东西而已。它都不算了，没有，我自己有套组。对，因为 bug 你不能让你只能关掉就是取消它进化，然后那一只走路草就废了。就不能进化了，这么夸张？对，就不能进了。对啊，就重叠。看太惨。我不知道它会造成不进化的。为什么我的固拉多不能学炼狱？它不是火系的吗？可以不打那个火箭队，我就尽量不打。90等。不给你。那我上网查一下。啊？不然学炼狱的那个古拉多、欸，那就没有留着你的必要了。丢垃圾桶，没有啊，他还是有很多。所以古拉多到底是什么属性？他是地属性跟火属性，他是地属性，地跟火啊，我印象中是啊。我还没学啊。他是有地属性、欸。没有，没有，那只没有，放出来。哦，古拉多本来就不是火系的。是啊，他本来就不是啊。
你是那个花一朵知道？可是那个可是游戏里面他是火焰队那边在找的目标，所以我们都会以为他是啊哇，像岩浆那种感觉吧？我又看到什么了？因为哦，原来他有 mega 进化。谁啊？谁的 mega 进化？没有，大家看这个干嘛？你去哪里了？你凯鲁迪又怎么了？不用睡，他就可以打得赢。刚突然，你可以解释一下你在干嘛吗？不然我们会以为你在嗑药啊。来，我刚看。哦，没有，我刚看那个他，我要靠他的脚，突然变得有，他变有个大只的。大脚哦，大脚王。哇！所以这是 bug 还是怎样？不是，就是他学到一招之后，他就会变那样子。哦，学到那一招，对，学到那一招，是哪一招呢？那一招啊！还有，我继续跑一下，反正还有时间。我来雾星那边，我来雾星那边给你看一下。我在迅速的秒杀这些火箭队。看到了，迅速的秒杀，倾巢中。哎，我现在发现，原来我不用睡，他们也可以直接秒杀他。哦，已经等级到了，可以，那个威力已经到了，威力够了。我怎么没办法点右键啊？没有，没有看他。Wait for server 吧，我猜。他的脚会伸吗？他脚会变，他脚会变。是哦，那他会用千年杀吗？应该是不会了。哎呀，变了！我觉得是不会了。很快要变长了。千年杀是无敌的啊！到底是为什么凯鲁迪又能骑啊？重点是为什么他是水系的？你是凯鲁迪欧吗？对啊。对啊，水系的。他不是格斗系加水系吗？头发明明这么红，居然是水系的。他欺骗了你的感情。一开始看以为是火系啊。哇，这有刻板印象啊，这个。我这体型像侏儒哎。最小只，对。对，最小只。是我们看过最小的。真的有个小的。那我发现到真的是跑一个蛋，就可以跑到开始比赛了。可以哦，也差不多了吧，是要过去了吧。九点喽，我想九点啊，对啊，九点啊，等一下我先把栅栏铺一铺。没有，我骑马，我还骑马，不要骑马啦，哦，哦，骑肥鸟就好了，骑我干嘛？哎呀，啊，等一下聊天室要歪掉，跟你们讲，来不及了，绝对歪。哦，对，那时候我记得好像 C 罗的台就歪了。今天要做什么？今天要打宝可梦啊。我应该要先去解决一下我的拉丁。回家。哦，好，回家。哦，我们这边的那个蝴蝶已经飞来飞去，四处飞了。你们要等我，我要去。我们不会直接开始。我们不会直接开始，因为我现在好了，我已经坐上我的战斗席了。我要先把蛋收起来。挂战斗前先去上个厕所。我拿一下我的。还有一分钟，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我们还有一分钟，能不能孵到一只？嗯，看吧。嗯。来，嗯，已经没有机会了，也九点了。哎，我们要先放羊毛。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 ，Where's my？我们会有一个轮空，所以我们需要现在里面有两个黑色羊毛，然后再我们不是要有站的位置吗？站的位置过后再丢。电龙之前不是有进？电龙之前不是有 mega 金矿石吗？怎么不见了？我哪知道为什么？没有，我在自言自语，没事。我们有五个人参加嘛，所以我就要拿两种同样颜色的羊毛。目前一看不知道是五个人还是六个人啊。还不确定吗？因为说加米神的话，目前看一加米神的话，目前看起来是六个啊。哦，好，那我还是要先准备了。啊、但是现在是看杰森有没有啦。杰森有上来吗？
有啊，因为他没有怎么讲话，所以那他说不要，因为他没有怎么讲话，所以我不是很确定他不是。哎、欸，还是我的那颗电的 Omega 进化石被上一只就被吃掉了，哎。哦，要被吃了。然后有点惨啊。我记得他是两个路上，我记得我好像有。不是第一轮你们多的电龙进化石的耶，不是带五只进，不是带五只来打，是吗？是就直接那个了，是一样拿三只打。啊，你说电龙的哦？对啊，有吗？我有一颗、啊。等下，我又孵到另外一只。你又孵到另外一只啊？你可以给我吗？我这边还有，我是有一只电龙要用啊。哦，好吧，那算了。呀，来西罗给你看哦。怎么的？给你看。你看我抓了一只，还有多一只。哎、欸。哦。拉布拉斯哦。哦。拉布拉斯。非常淡定的一声哦。因为我也有。我也有啊，但我自己也是有啊。人人都有一只电龙进化。不是啊，拉布拉斯、啊。哦，拉哦。啥？拉普拉斯，西罗，我跟你换一个伊布的蛋好了，我还是接受不了他，你还是接受不了他是吗？对对对，我有一只了，我不能再多一只了，我觉得他，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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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看了一下风破聊天室。冠军有没有火烤肉八鸟可以吃？有，你居然想吃我？答应我再说。等一下，雾气的火焰鸡就直接把踢爆，一下踢爆，超强的好不好？超强，这一脚踢下去就不见了，全部。看三，我是两只还是三只都被打，都被踢爆，三只直接打到底啊！超恐怖的，其他字都不用出来，那是火焰去踢下去，三字一点不见，踢出大姐啊，有点看悟星直接深陷那个沙发中，哎，超好笑，真的，他已经陷在沙发里面了，深陷其中，啊、哦，那个跟懒人沙发一样，哦、然后就再也不想起来了，然后就这样子被判失去资格。哈哈哈哈哈！这么惨的吗？躺太舒服，这样子。这是谁的家？盖到一半。啊啊！谁的家盖到一半？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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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看到它里面的东西还蛮多一下。等下我这只是什么？我这只是什么东西？不要推你自己的，那个没印象，好不好？嗯，我听到什么的？吓到我！大家还在配吗？所以是要三只哦，三只啊，三只！我不敢，我现在不敢拿第三只，这只打不赢。这是打不赢，什么打不赢？是吧？要猜出大家在拿什么系的啊？哇，是 BOSS 呢？他是什么系的？幽灵跟二系吧。诅咒娃娃？我可能不一定打得赢哦。他幽灵系的，这个本来就是看，就看、哦、看情况。BOSS 哦，对 BOSS 啊。你要借我打打看吗？我今天真的打，哇塞，感觉我打死了，两发干掉他，真快，我完全超不过。进化石，错，错。然后吃剩的东西是什么？吃剩的东西啊！哎，五元，我有丑丑鱼，到时候我可以让它慢慢进化变成那个美丽啊！啊，这是。哎、欸，电娃娃，这个差不多，娃娃应该差不多吧？
他就是血差不多啦，他就是血厚啊，差不多娃娃的特性就是血的厚啊，差不多啦，没有差不多娃娃的特性就是差不多，真的是还可以，虽然是 boss， 但应该差不多啦，对吧、啊？应该是差不多的啦。什么吃剩东西神器？这是什么东西？一条？你说吃剩饭菜吗？啊？吃剩的东西竟然是神器，那什么东西？吃剩的东西神器，应该是每一回合会每一回合会稍微回一点点血，应该是啊。对，我印象中没错是这样子。哎，哦，啊，哎，钢铁石板，我们家的石板是不是没有钢铁石板？因为我没看过这种石板。有 Cigo， 所以你有去收集石板？没有呢。所以呢，哦，所以我们拿到一个新石板。我不是，我确定我看有没有钢铁石板。因为我之前没有，没有。我之前拿个二岩石板，嗯，哦，看到了。所以我们现在，你说之前有多少个石板？总共有多少个？十七个，四个。嗯，石板，八加八乘以二加一，十七个。十七个嘛。对，十七个，我们还差三个吧。对，我们现在二岩的吗？有十一、十二、三，二岩这一点。我们差四个。没有啊，现在等。没有，现在飞鸟就等你什么时候盖那个神怪塔啊？为什么是我盖？因为你比较会盖啊。你不知道现在神怪塔通通是你盖的吗？我觉得悟星比较会盖吧。不是风破吗？是悟星，是你啊。我盖出来的是可以用啊，但是在对电脑、对伺服器效能来说，有可能不是最好的。有生以来发现野生的悟性啊？好了啊啊！我们人都到了吗？还是要等一下，再等其他人？你们在哪里啊？我们在在道馆呢、啊。你要这个地方怎么行、啊？我去找他。你在哪？我在家，我哪个家？就 man home，man home。来，那个你来那个传送器这里，你来商店街这里。来，然后没有就来我们这边商店街这边。我那时候给你介绍的。哦，商店那边哦。对，啊，你直接进这里面就好了。没有商店街啊，给他走。哎呦，靠腰，我自己进来。哎呀，懒惰，不好意思。来啊。等一下，你进去了过后是什么啊？他的身体是什么？我没有那个，等一下。哎呦，我刚才不小心被你推进去了，被推进去了。来进去，原来是一推就进去了。然后呢？这里，来这里，这个红色的，你们看到这个红色的？等一下，我看到全部都是石头啊！来，这里是九桃，九桃啊。哎、欸，跳在那个在那个石头上那时候，然后呢？我不是啊，哦，他可以飞，有啊，可以啊，他可以的，我最喜欢给他翅膀让他飞，跳，在上面按跳，对，哎、欸，好，上来了，嗯，叮叮，嗯啊啊啊，哪里，不过，等一下，我需要关掉音乐，因为这样子很不配。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哎，坐在一个椅，哎，僵尸村民哎，可以啊，你们打，我看就好了。你不打，还是不打就对了，还是怎样？对啊，我要打，等你们打完了再什么？没有，还没开始啊。欢迎来到主席位。对，还是一样三只嘛，然后五十到六十等嘛。对，六十八等可以吗？啊？还是要准准六十啊？五十到六十，包含六十也包含五十，但是就是六十如果升到六一的话，下一场就不能用它了。哦，六十就不六十一就不能哦。对，那我就拿，嗯。不能使用的道具或者是补给品还是什么吗？不能使用补给品，不能使用什么？可以使用 Mega， 可以使用 Mega。你的物品栏里面，你不能装饰品啊，你不能使用物品栏。你可以使用宝可梦球，把别人的宝可梦给抢过来。那也太厉害了吧！等一下，很强哎。
那太作弊了。好了，我们要先好，你就可以成为火箭。我们要先抽签了。他和我们是要先抽签。明白明白。为什么会有两个？等一下，其实悟性也在开台哦。如果你们想要去看，也是可以的。可以，你可以一样玩的，都开都开这样子，都开的，我们全部都开。现在哦，这里在场的各位都有在开，好吗？我比较喜欢这一只，这只蛮可爱的。是吗？好，神奇宝贝球丢过去。是哦，哇，这只好可爱。是啊，因为我的荧幕是宽型荧幕啊，所以那个画面比例当然会怪怪的。你的是宽型荧幕吗？我是那种很宽的那种啊，宽的弧形荧幕啊。很宽的那种，是那个管很宽那种三星那一个吗 ？LG 的 ，LG 的哦，那一个那个很宽哎、欸，太宽了那个。不会啊，这很帅啊！玩那种 Warframe 或黑鲨，你开全一幕哦，哇，好棒啊！哇 ，FPS 直接变零。哦，好吧，谁又按到那个？谁在按那个、啊？一二三四五键是不是？我不小心按到。因为我本来只是想要那个按我的动作而已。好嘞，所以还有谁没到的吗？好像是一吧。一。我觉得我的比例好像有点怪哎、欸，这个画面。怎么了？再放回去。可以了，这样子。那个鼻子啦，主要是那个鼻子。炎帝的腿好短哦，哈哈哈哈哈！而且你知道吗？你不是坐在他的背后，你知道吗？你是坐在他头上，你知道吗？嗯，为什么他好像有时候看起来腿有点短？是因为上面的关系吧？没有没有没有，哎、欸，等一下 ，C 罗是比较大只啊，哈哈哈哈哈 ！C 罗，你那个超梦，你自己，你看我们班吉拉斯好小只啊，有没有小只的？我想看一下他小子的。哎，后边哎，叮，好、哦，哎、我找一下，下次找人玩，不知道模组跟好大只，天哪！哇，这是古拉多，他的体型才比较合适。这也太大了吧！然后这只古拉多体型，对啊，它是大，但是应该还有比它更大只。可能那个吼吼鲸，那个巨鲸之类的。超梦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你看他坐上去的时候就很怪哎、欸，他可以飞吧？可以啊，走了。可是坐上去你就只是你看他头，就是这就是一个千年杀的概念了。可是超梦不是他不是有两个像耳朵一样那个角吗？所以哦，所以是双千年杀、欸，就是、插进去洗了，哈哈，那不是插在屁股，还是插在他的肉里面？插在两个屁股那边，超痛，超痛。哎、欸，一，我们等你哦。啊，心跳白天。来、欸，让我去开那个。什么？不打。我最好看这只。什么呀？多多九尾狐。我是。不敢。我把我宝可梦给收起来了。为什么？哎、欸，等一下，你们有懂这个是什么吗？这是什么？我要问一下工作了。这地图我不知道是什么哎、欸，我一直刷都刷不到那个地形。地形。那个是你要找吧？算是探险家地图之类的吧。这里没水呀、啊！先抽那个吧，先抽配对吧。哦，所以参加者有几个？六个。女生
你说你们有没有拉蒂欧斯？有啊，有人有拉蒂欧斯啊，我把拉蒂欧斯打死啊！还讲出来，因为他是失手不小心把他打死了。哦，要不然我也是有拉蒂欧斯啊，就是我不小心打死啊。我没有好好珍惜那只拉蒂欧斯的意思。我要纪念他，而且我很想把他盖一个坟墓在那边。看太惨，那就从上面开始抽吧。抽嘞，你申请按 tab 顺序上面开始抽。你按这边这个按那个木质按钮，它就会跳那个颜色的羊毛，跟你同颜色是要跟你打的黑色。哎、欸，灰色，哎、欸，黑色，不好意思啊，先把羊毛拿在手上啊。你可以放在你的那个左手上，你可以。飞飞鸟，越扒越扒鸟。你白的，白色，白的。啊，我的话呢？哇，飞飞鸟打哎！哇，你看看，你要火焰之自由了。好，飞鸟。哎，我。啊，换一了。换我吗？嗯。死亡之主。懒懒的。你也是懒的、欸，你一定是懒的，也是懒的，懒的就不用抽了。好了，要准备开始了吗？真的准备了。对，黑的先吗？黑的先。要我们先吗？米森，你要先了吗？你要先随便呢，随便呢。好，那就准备了。等等，一个人丢就好了。有中了。哦，有。所以皮卡丘队。电灯怪，皮卡丘的电灯怪，电灯怪就是是混乱，哇，混乱了呢！蓄电，所以两个都是电属性的、哦。对啊，电就电属性，可是因为我的是蓄电，所以它的电属性完全对我无效。哦，耶！啊，皮卡丘倒了，那个不见了，看来是只有出我海鲜了啊！糟糕了，你拿海鲜闪电。啊是水系的呢，水系的，哇，好强哦！这样打也蛮痛的，有被秒了。拉普拉斯出现了，啊，我突然升等上，突然间升等，升等了，是的，好换牙吹路，哇哦哦，好动哦，哇啊，被割掉了，不见了，这只速度快哦，猫又快哦，猫又难。有办法吗？哎、欸，三分之一啊，有点吃亏 哦, 哦、啊，吃亏吃亏，哎呦，速度又很快，哎哎哎哎啊，没办法，可是电灯怪，放心啦，没了，两只都倒啦，哇，差一点了，哎、欸，地板破坏掉了，生气到，喂，不要吵我家好不好？所以第一回合风波先，那手剑一摸他就不见了。这样的话是准备静在下面嘛？那接下来换谁？等一下，等一下，我先存一下，先存一下。好了好了，接下来下一队是蓝队还是白队？白队白队白队，白队啊！来一把，你要靠你的神兽战队打我吗？我哪有神兽？我神兽是七十人起跳、欸，神兽基本七十起跳吧。我才要说你为什么不出你的凯鲁迪欧？什么是这个？哇，马上都是鸡、欸！所以现在我一直在稍后中，怎么办？我也在稍后中哎、欸。哦，是啊，我也是稍后中。哎、欸，开始了，开始了。一开始就催眠、欸，催眠。原来你那只有催眠术？有啊。哎呀。好紧张。哎，悟净开始用了、哎。我刚看之后看成火焰鸡手了。哈哈哈！哎，超级 mega 进化，超级耿鬼。那我猜应该会睡着吧。哦，原来它是这个颜色的。对呀、啊，睡着了。当，哎，睡着了。石梦，哇，很痛。耿鬼 vs 等鬼、嗯，可是我看不到肥鸟的等鬼去哪里了。有啊，有啊，失败了。好像很小、啊，失败了，是很小只吗、啊？因为我看到、啊、我没有看到，啊、没有，应该是醒来的。哎呦，哇、欸、哇，一进一进，把我跟鬼一起拉死了，一起拉死了。火焰电系怪对火系，啊，反的啦，难怪我看起来觉得很奇怪。哎、欸，哦，我还中了，原来我醒啊。
被可是你被电到了，变麻了，麻了，麻麻的。哎、欸，哇，电龙，哇，被秒，都是电呐、啊！哇，竟然是副电拍拍上场，副电拍拍，你是不是有蓄电？原来电对电，看谁会比较电。嗯，这样子、嗯哦，糟糕，糟糕了。哎、欸，我是什么大阵风？你确定他有那个、啊？他那个是要克超能力系的吧？对啊。可能结果哦、欸，想要进化用超级进化，超级 mega 进化。他想要 mega， 是 mega， 我选择了 mega。啊、哦，哎呀，哎呀，哭啦！哇，幸好我先让你的鸡先睡着了。有睡就比较麻烦了。来了来了，到一一跟 C 罗了。这样就没得玩了，还是没得玩了。好紧张哦！没关系，加油。化石，看一下。哇，这是什么？哎、欸，我忘记。音波龙。音波龙。哎、欸，忘记按 Y 开始观战。哎、啊，歪了歪了、欸。等一下，我命中要害，这不是很有效？哦天哪！什么愤怒门牙？先愤怒门牙。好紧张哦、嗯！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化石一龙诶、欸，有，我也是没有看到，可能化石一龙跑到另外一边吧。我们先自己脑补一只化石一龙在 C 罗的头上面。什么操？什么？我要红包！太歪了哦，看不到你的化石一龙。冰冻牙、啊，超音波！哇，居然有冰冻牙！哎呦，这只人造细胞软，这是已经是什么？这已经是不同等级的东西了。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啊？这好像是第四代的、啊，第四代的、嗯，第四代的吗？我怎么没看过这玩意儿？好科学的，造细胞啊！啊！哦哦，效果非常显著、啊，但是化石用倒了。再见了！啊啊！擦字符？哎，擦字符？哎，好像有 mega 进化吧？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哇！嗯。哎呀，速度快哦！血量运动啊！啊，这个，他这幅没有 mega 啊？有吧？还有四个翅膀哎！哇，糟糕了！哎呦，哇，轻装居然是轻装，是轻装！哎呀，哎呀，轻装大法，所以属性很不对头，所以我们三个嘛，所以我们要先把羊毛先放回去。然后先看一下是，等一下就只会有一个配对这样子，旁边应该放。哎 ，Final Round Two， 先收回去投资器，我调一下。OK， 也不用啊，也不用调啊，我们到时候最后也只剩下三个，你们要抽一个种子出来，所以要车轮战啦，要车轮战的，我们要车轮战，我们才可以分出胜负。就是，所以是我肥鸟跟西罗是不是？是，还要哦，那有人要先选择挑战谁吗？那就是，从 C 罗从飞鸟开始选呢、啊，按 Tab 选啊。那么风破，我先打你好了。哦、好、啊，好，我先看一下。你好像应该是想，那风破我应该是跟你打宝可打你的宝可梦，而不是打他。你要打他，你要打他。哎、欸，人呢？人呢？人呢？连人都是……你怎么这次跑出来啊？干嘛？招式教学时要跟我打是不是？哎、欸，他是那个、欸、火箭队的招式教学者，他是叛徒吧？他这么就叛徒呢、欸？哎、欸，对了，那个GO里面的造型跟他是完全一样的、欸。是哦，一模一样。没有没有，服装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就是这个的造型。不对，这是教学者，不是疯狂教学者啊。啊你疯狂会付费的，需要花钱的那种。好像这只吧。啊呀，就是这个，错了。我已经调回去原本的配对了。我要先拿回我的。其实我觉得宝可梦很好画。宝可梦，你只要抓它是属于那种，它跟美漫是属于一样，是属于那种个性式的。你只要抓它的特征出来，就会像。那个我一直听到咪咪咪咪咪的那个声音是什么回事、啊？那个是六尾的声音吗？啊，梦幻的声音，梦幻吧？可是我看不到梦幻呢、啊。
哦，看到了，看到了，现在看到了，你现在看到了，对，太大声了吧？哦，喵，哎，出来了，在炫耀啊！等下就不见了，是有梦幻才会有百变怪，是不是？欸，基本上是啊，因为说你如果说你要蹲，你要蹲百变怪才蹲。按到了，按到了。两只吗？那没有梦幻就不能盖农场了。你要盖农场也是可以啊，只是就是变成你要拿一公一母。两只一样的吧。就是一样宝可梦，然后一公一母这样子。对。然后去，然后这样的话只能算是洗个性啦。其实非常，如果你在这边挑那个找招式的话，我应该是先跟西罗打才对。对啊，我已经找好了，只是为什么哦，他不见了，不见了，又一样。好，在这儿，消失。所以是随便两只都可以吗？还是什么随便两只？没有。好了，我好了，所以要先打吗？要来，快来。对啦，一开始就换耿耿。哦，耿耿。哇，糟糕！哎呀，睡着了。再换一只。我怎么没有看到宝可梦？我已经看到，我有看到，哎，只有耿鬼一个失眠特性。对，我的然后耿鬼变了。嗯，还有二级宝石呢。这个就是失眠。躲在风破的双腿之间。电灯怪也是啊，电龙跟电灯怪，它就卡在风破的脚下面。大王，起来了。欸，我忘记这一支的效果是什么了。大真要超级进化啦，要 Mega 了，还要 Mega 了，忘记这个东西对他有没有效果。哎呦呦，喷床器，哦，好痛啊，还有不是很有效果。哎呦，好痛啊，还有，哎呦，速度有差吗？啊！大阵风先来，大阵风速度快啊！鸭嘴火兽，兽，还是虎兽？鸭嘴火兽的话，烧毁，烧毁喽！啊！画面歪了，画面歪了，画面歪了，怎么那么容易画面就歪掉了？歪了，喷死他！又是电龙，然后是混乱了，然后倒下了。然后这电龙好像等级不大对，电龙哦，对，他刚才升等了，偷升了一等。黑暗鸭有什么招？哎，被电了啊！电龙是混乱状态。我记得好像之前也遇过这个事情，是不是啊？人品差，充满了电力，电龙要电他吗？电龙要掰了吗？电龙使出电磁炮，没有命中。都没有命中是怎样？都没有命中，太恐怖了吧！哇，我赢了！啊！突袭成功！哎呦，合理嘎仔！所以剩下 C 罗梗。因为我知道你会出梗鬼，所以我就先出了相应催眠，所以我就出那个黑暗鸭。想催眠，我觉得下一次我们要这样子啊，要初赛宝可梦，我要同时间分开，不能再下一次换吧？不能再下一次换吗？还没有，因为我是对，就要同一时间公开后就要用那特定几只吧？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一路用到底嘛，因为我想说就是你换完我是打完之后我就直接换，因为我刚才还放出了几只宝可梦的话，这样子的话，你是之后才换的对吧？那个黑暗鸭。没有，我大概是那个，欸，第二回合打完之后我就换了。对啊，啊，算了，下一次再说好了。哎呦，错好大声！所以换你跟 C 罗吗？还是对啊，你跟 C 罗先打。等一下，我先调一只。再调一只。哎，好，你要抽一只。我要开 BG。噔噔噔噔噔噔！呀，没事做，只能开 BG。呀，好，哇，化石翼龙。哎呀，化石翼龙，我瞧个距离，我瞧个视角。岩石，可是我现在也不能调角度之类的。我现在可以调角度，我不能调哎。按 A 跟 A， 因为我现在不能调，现在不能调。有时候不能调，不知道什么。
等久一点，卡在那边，没有，它是卡住，那个视角就卡住了。所以是电灯怪，跟自由落体不是很有效，泡沫光线非常显著。嗯，水系的，因为你是那个飞行系加石岩石，水克岩哦。不是很有效哦，哎呦，吸毒要一直这样子吗？是啊，其实我看了一下化石蜴都没有牙齿，它有没有牙齿？有吧？我看不到有牙齿啊。有，我从这角度我有看到牙齿啊。嘴会，还是说我看的位置？它有犬齿啊。嗯，我看到有一整排牙齿，两排露出来给你看一下。所以下一步是什么呢？西罗，下一步是什么？西罗在纠结着啊，换了尖盾剑怪，这是什么？恢复了一些健康哦，有吃剩的东西，是是哪边来的？是敷的吗？没有啊，吃剩的东西，西罗的。哎、欸，我们刚才不是说不能用道具吗？他没有啊，这个不是道具啊，这是他是自己本身的、啊，不是危险饰品。哇，好强哦！对吼、哦、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好酷哦！一个剑，一个盾，完全分不出来它的属性是什么，它的样子我根本没办法去确定的，应该是钢属性吧，钢或完全看不出来，它的尖盾剑怪，钢或妖精，也有可能有妖精之类的，奇异之光哦，我怎么这么痛啊？哇，这个啊，升级了，60等了。哦哦哦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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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亏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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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电哦插制服轻装、啊、没办法了轻装真的是平民招数啊这个真的轻装大法没有输了我刚混乱了没有啊，还我还跟我应该还要再跟 CEO 打一场吧？对，你还要再跟 CEO 打一场。对啊，对啊，要啊。嗯，来决定谁胜出。哎呀，哦，又是耿耿。我应该。Spooky， 诡异又恐怖，跑去地狱了。为什么？哦，又是这只。这个耿耿是。可是那一只有人要睡觉啊！哇，那个吃剩饭真是好，哇，这个在这边使用真的很歪了，我歪了。石梦，哎，不齐，不见了，尖盾剑怪掉下去了，啊，哇呀、啊，移动要害效果非常显著，嗯 ，what the？ 哎，下面有一只枯弓在射、啊，打阵风，到底。怎么了吗？那边有酷弓在射啊！有酷弓在射啊！对啊，大针锋，大金锋，大针锋，它变成了大王锋。看，不要射！它变成了龙卷风，你把它看死不就好了？爱情的太快又像龙卷风。你说你空手不是可以夺白刃啊？没有，攻击力被降低了。欸、哇，还有这样！我准心把它弄死。虫系的，我觉得 C 罗靠这只就已经赢了。我讲效果非常，因为他正好他的道具是可以回血的，这不是很有对啊？要吃剩饭，真的是吃剩饭菜真的会蛮危的。大针，而且我重点是我完全摸不透。他的名字完全没办法让我确定说他的是属性是什么。哦，对哦，那是那个哎、欸，刀剑系铁铜。嗯，好吧。班吉拉斯，我觉得这只已经应该是《刀剑神域》里面的那个铜人了，应该。最好啦。盾牌形态，它也可以转变成剑跟盾牌。对啊，它会不会有两种形态？可是我看不懂那个，哎呦。圣剑、欸、哇！圣剑赢了，超夸张的啦！对的 ，C 罗那只哇 ，X 加力棒赢了，哇是。所以C罗那个是 C 罗第一那个冠军，然后我亚军，然后飞鸟是我是季军，季军、欸、对季军。所以奖品是什么呢？我写在 Quest Ball 那边的，就是前三名就有大师球了，就只是还有血腥装置啊，然后就只是。那个神器糖果、哦，
第一名是10颗，第二名是8颗，第三名是5颗。只是学习装是一定有，前三名一定有，然后剩下就只是数量不一样而已。因为你们没有特别提说有特别想要。参加奖不是所有人都有3颗，一定会有3颗。对对对啊，没有，我是说重点是你们没有要特别要其他的哪一方面的东西，我就只有写比较重复的，就只有数量差而已啊。现在目前宝可梦的东西会比较需要。其实我那个尖盾剑怪到底是什么属性啊？尖盾剑怪我看一下，我摸不透。钢系加钢，钢加幽灵。哦，会有幽灵哦。好微妙的属性啊！天哪。哎，等一下，毒剑鞘是不是尖盾剑那个尖盾剑怪是不是毒剑鞘的进化啊？哎，好像是、欸。再进化。再进化。最终进化。哦。果哪里呢？他需要什么啊？他需要什么的那个？他需要石头。不，我说是，我是说他的那个，他的能力是吃什么的、啊？能力克什么的？我能力是什么？他的能力需要就是哪一方面比较需要？他是蜈蚣的、啊。哦，蜈蚣的。好了，继续孵蛋。没有，我只是发现后面比完赛之后继续孵蛋。比完赛先拿那个吧，奖品先拿来。对，奖品没有先准备啦。对啊，我们这是要用一下。嗯，那我拿好了。好，先麻烦你。我是因为我现在根本不知道奖品有什么东西。没有，我一直都写在 Quest Board 啊。啊是啊，他在很上面，你要滑上去才看到。我就说我这边，我那边直接就一边。你有没有定选啊？先定一下。我下次再定起来就好了。我下次再定。他定完可以再删掉，对不对？可以啊，可以啊，我定了啦。啊，这个、啊。定了可以再解除吧。我当时想说就不用特别再弄，因为我忘记了。那、啊、我们之后可能会在一些像是练功点，或者是我们比较常出没的练功点、啊、会设一些像是建一些简单的那种扎营的那个建筑这样子。哦，要不然的话我们、啊、要不然我们永远都只有在这个地方。这边发展的不错啦，问题是只有这边有发展，其他都没有啊，这点很怪啊。嗯欸、我看一下哈、哦，现在有6个人嘛，所以我看一下啊、哦。三个九十九二十四三十二，那个肥鸟的算术教室。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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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心算很快，但是常常算错。嘿，那这样会有心算有屁用哦？会这样心算有用啊你？哇，你们说的都跟我数学老师说的一样。不是啊，算得快是没错。我知道你心算很快，但是你为什么常常算错？算错就没有意义了。是啊，又好比说是假如你是会心算很快，然后你是，等我忘记要讲什么了。你想讲什么？我突然我没有讲，可是我突然想什么？对，我突然想不起我有没有讲什么东西。好啦，这样子还有第一名是十个神奇糖果，然后学习装置跟大师球，然后学习装置一个跟大师球三颗。所以说我再拿2颗，哎、欸，哦，大师球3颗，对吼，3-2-1啊，我想说怎么回事，怎么你给的不一样？啊，我没有看到数量，我看了一下，就是我只知道所有人都有大师球。参加奖的可以先拿了，拿的糖果是多，然后建议把一些你觉得重要的东西，像大师球跟神奇糖果什么的，你就收在中介袋里面，这样被烧了也不会没事。所以就收在你自己的那一个，回家自己的包里。耶！我终于有一次第一名了。主要是吃那个我不了解那一只的那个属性。啊、那次好像是下次就没办法参加了吧？为什么？下次就一大堆70等的神兽出现了。下次就是60，那个60到70，大概是2个月，大概是2个月后吧。考虑到其实我们有时候有人没办法很常上线练的话，2个月我觉得应该时间足够多了。再不行，大家就会看到有3只梦幻冲出来。不行啊，3只梦幻是3只神兽哎、欸，好吗？3只神兽哎、欸，3只梦幻，我们不能带。1只以上的神兽，我们不然带2只啊！哇，还要找神兽、哦，很难呢。其实就看情况吧，反正现在都有那个容易出现的点。还
还是我要带一只看百变怪出来？哈哈哈哈哈！嗯。然后当风波出那个灯笼鱼的时候，我就把白玉怪放出来。这个冰场钉怎么回事啊？哦，那个是要拿来做小游戏用的。对啊，三只百变怪超那个是要来一去。可是百变怪，你除非你的等级上来啊。要等级，百变怪等级要上来还蛮简单的。可是而且它的那个数字，这个是要拿来做木门，跟那个搭木门陷阱用，然后就是你要。然后会有设障碍啦，就是你要把你的手上的投掷物掷到对方的木门陷阱里面，三个都有击中的话，那你就获胜了。可是这个我还要测试过才行。冰上曲棍球，有 disco 吗？就类似那种感觉。等下为什么问到那么奇怪的东西？是啊，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用被没有有东西可以用推的推出去的吗？好像没有。我记得好像我是在这边找到拉迪欧斯。西伯，你不是说你有那个厉害钓竿吗？有啊。来，风破。嗯，你人在哪里？负担区。又开始在走了是不是？还没啦。来，风破这根。可是这边怎么有一个中间有一块不见了？因为不能无限循环。不能无限循环。对，应该说就是那一个不能放。它就是不能形成一个无限回旋，对了。这个会损毁吗？嗯，应该是不会吧。不会啊，我总是得去。你说什么样的损毁啊？就是耐久度会不会降低之类的？是不会吧？总是要避免一下。拉蒂欧斯跟拉和拉蒂，有人想要伊布的蛋吗？有，我来了。哦，现在伊布超多进化哎、欸。哇，伊布有八种形态。哦，之后练一下那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龙啊，忘记了，尖头锤龙是不是？你说金牙路杀啊，叫金牙路杀这样子。他敷一个太阳伊布就好了。有些的确是你要太阳伊布的话，你要随机蛋好不好？还要随机蛋哦。没关系，如果是一般的伊布，如果一般的伊布的话，我是直接有蛋的。哎、欸，等一下，一般的伊布也是可以啦，蛮可爱的。一般伊布就在旁边有两只。哎呦，回来需要点时间、嗯。对哈、哦，下一周我们是那个嘛 ，building game 嘛。对。很久不见的 building，、欸、没有米神他的那个。网络连线品质本来就没有特别好，所以它会断掉，我是觉得很正常的。是，我想看米神进化一步，进化到仙精灵，仙精灵，那什么东西？应该没有可能，应该是没有可能，是这样。好吧，一步何时成仙了啊？有仙精灵这种东西吗？月精灵是吗？你们是想要说月精灵是吗？月精灵很丑哎、欸，黑色那一只嘛。对呀、啊，好像没有阿罗拉的形态。对啊，这边好像没有阿罗拉。我来了，有点可惜。那怎么我们还要更新？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会有人的电脑开始慢慢撑不住。最后这一台。OK，我拿那个我有的东西，我来跟你换。最后这一台。啊，为什么这只？哎、欸，我还有了啦，我就不想再拥有它啦。好、啊，再给你一颗。有仙子哦、喔啊，没有仙子是很新的啦。仙精灵那应该还蛮新的。冰叶跟仙子木，这三只应该是新的。有可能有吗？没有，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版本里面不会有，就是我们这边应该不会有。C罗，你那个牧场，欸、你这个牧场几只蛋啊？这样子的话可以放多少个啊？一个牧场六只啊？啊？一个牧场六只啊？我是说你这个牧场机组啊，是放越多，它生蛋快应该越快吧？是说你里面要放成对的，就是2、2、4、6，然后如果你说你。然后你这里面如果蛋有空，你这边有空气的话，它满的话会把蛋放进去。那其他的话它会积着，所以说你放6只的话，它会一次出3个蛋出来。
所以百变怪是皮卡丘哦。我刚才又多做几台啊，反正是要测试它的那个哦。嗯，火点五毛什么东西？哎、欸，如果我再放你这里的话，它可以那个吧？可以啊，它也会那个吗？放好一点，反正这只是来看东西而已。只是我这个场地是拿来那个一般系的。哦，我这场地是一般系的。我后面我这几台再用。我后面打算用一个那个孵蛋塔。孵塔。哎、欸，对了，八层楼。对了，我之前有跟别人玩那个桌游模拟器，发现他们其实有那个黄牌的，不是毁灭人性卡牌，是黄牌。黄牌有黄牌。黄牌也是脏脏的。也是就是那种对，就是那种，可是它稍微贵的不一样是说，就是你要它是玩最输的。啊、我们还是下一次玩一点正常的好了。当然，可是我们要先试过啊，有些东西要先试过才玩起来才知道要干嘛。听说上一次很经典，没错，很经典嘛，嗯，大香肠经典 ，take 物件。我有看到精华，又没有玩的，我看到那我就呛了，那我就呛到爆，还蛮有趣的。而且不止哦，那个当飞鸟一入场的时候就开始藏了。不要问我啊，我不知道怎么抄那个牌。我觉得不是，这不是我们的问题，那是作者的问题。那作者分明那是嗑药的班啊，勾魂眼的。啊，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要那个衣服啊？我这边还有蛋。我有一只蛋呢。我这边还有六颗衣服蛋，有要吗？那给我吧，我也要一颗。没有啊，那个一次就两颗了。为什么都是一次两颗？来，成双成对，看有没有机会一公一母。想太多了。你有一公一母的话，你就可以用牧场之路，让它有无限之一步。新的那个一步暂时不能了，新的一步这个版本还没有了。哎呀，没关系的，反正我现在有一公一母了。我都按错，没差了。主要是不要越、啊、不要有那个月子一步就好了。那个我可以吃下来了。好啊，待会就给你一只月子。啊？什么？月子。好了，给你小拳头。我来继续看有没有神兽。你要蹲神兽吗？裂空座。我还没蹲神兽啊。我其实比较想要蹲传说 BOSS，我想是把我那颗。你就要装狗蹲就好了。哦，就在装狗蹲啊！就公文，我是觉得没差，而且我现在没有石头。啊！哎、欸，西洛，我在这边呢。我知道啊，我在一旁，我在等你准备啊。我已经按了，我刚就已经弄了、啊。我想说怎么来？我刚没看你按准备。按下去。呀，来我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的神奇宝贝升空。怎么了？你按了吗？按一下，准备。我按了。没有按呢、欸，我从零次 ，OK， 准备，开始战斗。是刚孵出来的不行是不是？是吧？我不能拿孵出来的跟你换是不是？等一下，那我找另外一只，这样我们就有其他理由。试看一下黄牌，因为上次我其实没有跟。黄牌跟毁灭人性不一样了。哎、欸，我没有、欸，我看到你是问号，你根本没有拿蛋出来啊！我有拿蛋出来啊！你没有啊？我们换一台试试看。好，复制的是坏掉的。真的、欸？还是没有？还是我身上蛋太带太多了？欸、我看到小泉死了、啊。你按按看，欸、可以耶、欸，可以啊。哎、欸，为什么转蛋都不行？你换一颗蛋好不好？你换一颗一步蛋好不好？是，行。你这颗衣服带有瑕疵啊，先生。瑕疵品退货。哎、欸，对，有瑕疵哎、欸，有瑕疵哎、欸，有瑕疵哎、欸，是你的问题哎、欸，先生。是你的问题啊。月衣服好帅，明明就很帅，太阳衣服就很丑。我没有啊，我觉得太阳衣服就很像猫啊，所以我就觉得很美，很可爱啊。那是个人偏，那是个人偏好。对，重点是要像猫。
真是太好笑了！这竟然有一颗有瑕疵的伊布蛋，连交易都没办法交易，太好笑了吧？那只是伊布已经死在里面，是不是？你们是蚕宝宝啊？哦，To be continue 那个我已经有用过了，我在好那个新那个在后来玩那什么小游戏那些，我就有在用 To be continue 那个。那个迷因梗啊，我有用啊。其实我觉得处理卡面有那个，我这边来补一下副科一部泰哥的那个舞魂曲。嗯。精华版好像。副科一部来补一下。我这边还有在问说，那个冠军有没有那个火烤月巴鸟可以吃？还问哦。你这个是什么？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就交给他们两个人自己处那个私下处理就可以了，好吗？对，没有错。完成。解决，看私下解决。没有，那个电脑里面有1000多只火烤月巴鸟，谁要吃？不要，暂时。啊，我要问那个，系统里面的。谁帮我看一下？我现在在失落世界，我看不到。看一下，有的话就拿去用啊。我记得好像应该至少200多吧。257颗，你就先拿去用啊。我现在也用不到。他想要用钻石去盖钻石砖的那个金字塔。没有啦，超贵。师傅有点。阳光怎样？阳光的机改的那个叉子。哦，刚刚那个不是卡，那个是我。需要钻石。对，他需要用钻石做叉子。没有啊，依依，你到我的那个宁矿栏那边去拿钻石就好了。那是服务器卡，直接拿银矿，拿一下子服务器卡。钻石可以做16颗，其实就大概拿个2-3颗。你可以拿一个。我正在挂机，这样算是我在挂机哦。我没有在挂机。在挂机。这样竟然算我在挂机。对，我们全部都在挂机。你的洞啊，所以我在那边勤劳的清怪。加油。让所有的那个宝可梦飞到天上去。我真的觉得你的聊天是越来越母汤了，奇怪。没事。你是说那五个字那个吗？二汉。没事。老师跟你讲，那个是我讲的。哦。红魔原来是你。原来就是你，我讲了一句，我突然觉得，好像有个有一句有，好像有个名字可以稍微修一下，大概就符合这个线框。哎，可是系统会把你会跟你说你现在，就是你现在在哪座塔？他不会把你那个了，他不会，他只会跟你讲说你在挂机，可是他不会把你踢出去。只是一个功能而已，对，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提醒而已，告诉你正在挂网的功能。是，因为我们看到我的头，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情况算是很和平的，我们没有像之前那个上一次那个在那个日常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情况，我们不会，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我们不会像那个时候一样，是说有人挂机马上要实施活埋之类的。现在活埋也埋不死，你跳进人家也跳不死，我告诉你。不会吧，孟可应该是孟可，只是减缓伤害，他不能够让你。哦，你没有穿装备哦。嗯，但我现在当然没穿啊。那么到时候一挂机的时候，我们来演讲他。没有，你要知道。过年那就是越来越可怕了。太多了吧？我发现你都越来越可怕了，怎么办？不是，重点是这个。那个字很难讲，我觉得那已经不算是一个正常的名词了，要换一点那个好讲一点的，好讲一点的，好讲一点的，有了，我现在这边有2颗蛋，已经在处在一个要濒临那个裂开的状态，对，我现在那4颗蛋都还没有裂。裂不开，都死了。哎，为什么？什么东西？什么？等一下，米色，你再换一次，米色，你再弄一次。哈哈哈我听到所有人都在大笑，只有一个人在假笑，所以我有点想这东西。刚刚那个是熊，是不是啊？北极熊，北极熊。
就这样子啊，你看。熊了。哦。然后你再换他，你就只是换他，你换这样子。会。啊？然后就我开游戏了。我直接换线了。换线了。玩过头。然后就断线了，太白痴了吧。伺服器表示别人闹了。哎、欸，我不是只是单单断线吧？哦，我还专门买了个游戏哦。听说你很会换是吧？稍微飞一点起来，好像跑比较快耶。没有，就是按住空白键的。我没有按住，我现在是微飞的状态，我有让我自己飞起来。也会比较快的。飞速度好快哦。你会晕吗？不会，只是那速度大概是 double 这样子。我们之后要不要那个盖一个那个可以辨认用的雕像、啊？这样之后我们之后讲的时候，那个名称就很好讲。什么辨认用的雕像？像是那，就是一个像是，不是有一些那个国外伺服器，或者是一些那种线上多人伺服器会有那个，他会用一个什么什么村，或者是什，他会盖一个那个图像式的东西，那种2D 像素图，或者是你可以盖一个立体的雕像这样子。嗯，我们可以盖一个像是那种什么。怪物的头啊，或者是那种简单的那种怪物的那种像素图这样子。零这样子，要不然的话，像是你之前在那边讲什么宝可梦哪边的时候，我这样直飞比较快啊。像风波画面，我一直超他。哈哈哈。啊，他是这个蛋是走在地上才有用，还是说只要移动就好了？会不会他飞起来就不算了？他就是复数器而已啊。看你有看他有复数的卡比兽。轨道上，可是他哦，特性是厚脂肪，受到冰属性跟火属性招式的时候，招式威力减半。好肥的感觉哦，比卡比。哎、欸，为什么我的卡比兽都会给我蛇舔呢、啊？你们到底是多想舔风波、啊？哈哈，断了。我要那个请我的律师过来、啊。刚刚要说一个人在舔风波，我觉得害怕。我也觉得害怕。舔舔，但我也感觉到庆幸，终于一个人不会想要来吃我。真的吗？观众也是舔风波，快去！不会啦，你已经是那个常客了。常客，你已经是固定的了。不是，你是烤箱的常客，你知道吗？杰森表示他要召唤一只手表。做啥？你就只要放水晶就好吧。还要抖那个在场各位$50这样子。哇，好像哎、我们的中叫垄断吗？我们的中介是不是有 bug 啊？中介有 bug 吗？就是那个祭坛不是说位置错位吗？好像是哦，他变两层是不是那一次？哎、欸，杰森，你知道龙之吐息吗？如果知道龙之吐息，那真的没办法。要龙蛋的话，我记得有地方可以换。哎、欸，不对啊，不是吧？是他不是召唤不出来，他只是中介龙死掉后不会给蛋了。没有、啊，他吐息，但是说他说那个他现在是没办法召唤中介龙了。放了没反应啊？对啊。哪边有出错吗？还是说要指定数量？应该是这个中介水晶做成什么东西之后，应该就会召唤出来了吧？你要放对地方而已啊。对啊，是个边一方，是不是还要龙蛋？看一下，没有，就四个边而已。看一下，我去看一下。我宝可梦 GO 里面我的卡比兽也是蛇舔啊，奇怪。yeah. 哦，现在这只也是给我蛇舔，到底要干嘛？舔到，可是他集那个大招挑的时候速度很快，可是攻击力超低。杰森，麻烦给我四颗，谢谢。要四颗那个中介水晶才可以召唤出来的。嗯，你该不会是数量不足才召唤不出来的吧？不是。嗯，我们杰森非常的可爱，他们把那个。他把黑曜石柱的水晶通通点起来了，通通哦，他是放黑曜石柱啊、哦！我要这个不是放鸡眼吗？那个鸡眼中间那个啊，放中间那个祭坛啊！哦，难怪。哎、欸，可以了，弄好了，猫耳朵跟猫尾巴。
恭喜！这完全放错地方啦！啊，完美的放错了！哇，我另外两颗完全没有动静哎，好夸张哦！这完全放错地方了啦！可是它在孵化中啊，奇怪！这个是什么东西？我怎么这么多？就快孵化了！不要看，不要看，它有纸箱吗？不行，它是 entity， 然后呢，我的法杖也抓不起来。好吧。我现在开始正常的生成。是啊，你说正常的生成中介龙吗？哎，都卡了。为了龙的口臭之类的。四个，已经来角色看一下，第一个主要是放这边，已经浓到那个了。哎，我自己跑出去了。跟这边，我这边都是这边这样子。跑出门了，哦，我进跑出轨道了，跑出了一步耶！哦，特性是逃走，操弄着，一定会逃跑成功。嗯，哎，又跑出去了，我们要出生啦！嗯，我的蛋好像很难孵啊。好了，决胜加油，我回家。我有拉鲁拉斯，之前有抓到的。拉鲁拉斯，拉鲁拉斯，你到底是抓到还是蛋孵出来的？我有抓到过，然后蛋又孵了一只。不错啊，好爽哦！超能力加妖精。想到我的拉蒂欧斯，我穿那小裤子，借贷粮，嗯，好，嗯，靠。中介龙中介龙之口臭在线。什么龙？你在讲什么？哎，我陪飞鸟了。啊啥？你陪飞鸟？你要干嘛？陪飞鸟蹲东西。你要陪他干嘛？要做那个。我早就来打中介龙啊。要来做那个什么五基米之类的，是不是？哎，不是。你确定要来跟我蹲吗？我待会过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要来跟我蹲了。你也会一起飞上天空。看来风波又要钓鱼日常了。没错。还好吧，我现在在那边跑，看看能不能钓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哟，不在那。还好，还咬我。生的金枪鱼。或许你会钓出神兽也不一定哦。屁啦，这个只是普通的钓竿好不好？我不是拿厉害钓竿钓。钓出神兽好吗？我在这个世界里面也没办法钓到任何宝可梦啊。厉害钓竿不可厉害到这种程度，他是不是有傻了？傻了那个？对，要拿那个玻璃瓶来装。玻璃瓶，你要拿玻璃瓶来装，但是说你要等中介龙他喷那个粉红色的东西在地上那边弥漫的时候，等它挥发之你就要去挥发掉之前，把它咬起来。哎、欸，我们世上怎么会有树苗？谁乱丢啊？应该是那个西罗那边那个一直在自动砍树的地方吧？不是啊，我们在健康步道怎么会吸到啊？有啊，没有刚、啊、哦没有、啊，刚刚我那个刚我戒指忘了拔，因为我刚刚去这样。算了，为什么我这等一下为什么我这边我牧场这边的我这边牧场基础头怎么又多了一个？我不是说我放的吗？你放了两颗啊？对啊。哦，要增加。我想说，奇怪，怎么有？你不是只放一根，为什么还有一根？我真觉得另外一颗到底要孵出来了没呀、啊？感觉那么久，我家四个完全没有动的迹象了。哇，两个一起不见。啊，打雷我的蛋好像会孵呀、啊。哦，原来是两个一起，短线啊，是啊，短线。你们是因为中介龙的关系，所以断吗？应该是在各个不同世界跑吧。可能吧？你说在那边太同时乱跑，所以太累个，就然后很多玩家在不同世界啊。我在想之后要做什么。小游戏做完之后就可以试试看玩起来怎么样。可是在那之后要干嘛？把昆虫世界解决，然后我们是不是暮光还没有去啊？暮光还没有 ，The Beaten Land 也没有去啊。我们会有很需要那个混沌虫世界的那个材料之类的。我会要玩那个模组才会需要它世界的东西啊。对啊，那杰森救我，我带来装那
给我一些。爽到口臭，你可以按 F 3加 B 显示那个框框，显示那个口臭的位置。哦、它是有那个啊，它是有。对啊。显示口臭。有显示口臭位置啊。必须找到最最浓、最浓还有痰的那个位置，最精华的地方。哎，我发现到我的蛋好像很难孵哎、欸，是吧？我可能都是你可能孵的是个假蛋，真的，我要跟 C罗讨了。老板，这个蛋坏掉了。退去好了，退去好像可以，退去可以。哪个配对？我退去好了。你说伊布的蛋哦，伊布的蛋本来就比较，伊布的蛋本来就比较久啊。哦，不是啊，我有两颗蛋都很难孵哎、欸。我四颗蛋都还没裂呢。居然没有死了死了。哦，所以你是给我两颗都是伊布的蛋吗？对啊，我这边四颗蛋都是伊布的蛋，我都还没裂着呢。哦，难怪嘞。要帮我鉴定一下。鉴定。今天就在欢乐的孵蛋中。好啦，我装到五瓶啊。然后你萃取可以试试看，不然的话、啊，你要多少啊？你要多少？一个，我多少？要看一下吗？我看看什么？我现在就这一只刚孵的。哦，这只越多越好啊。那你开始跑，开始跑，三加八，为了你的生命跑吧。我丢这边，好多意思。啊，这只我有看过啊，它。哎呀，蛋终于开始裂了。那个我，他之前剧场版出现过，其实人气也蛮高的，蛮可爱的。高人气狗吗？啊，狗啊呀，还是狗啊？你有点像是那大人，还好，其实有点像是老虎跟狮子的那种样模样，可是就偏那种吧。可是我觉得应该它比较偏杂食类型的感觉。反正它就是那种四只脚那一类的吧。不过它的尾巴看起来很像是蝙蝠翅膀，就是。杰森，你要挂了吗？我觉得要挂了，问他啊。啊，因为他在龙口臭里面挂机，当然会挂掉。北七啊！试图要装那个龙口臭。没有，他就是挂在那边，不知道。杰森死于口臭，被臭死了。太臭了。对啊，我有抓过拉鲁拉斯啊，看不到王子，有，开始裂了，抓过了，拉鲁拉斯，有要的话就跟我换，没有这个东西，开最大声了，妈的，大家都在健身，都没有在睡觉，大家在健身，真的，游戏场地。亮度最够一个睡，我是没看你会留言啦，睡好睡满，我们都在那个 T 会中，来个 F 七，你说灯光吗 ？F 七啊 ，F 七，真快耶！哎呀，我说应该会想要把那个我，亮度只有到四哎，我说应该想要去练那个什么勇气，什么泳圈右或者是。所以我看亮度啊，这边亮度最低。哎、欸，对呢，掉到四呢，四五六这样子。嗯，我应该想要去。我衣服，怎么？我听到，我孵出来了吗？我说想要去，另外去练那个快泳蛙，或者是那什么的。其实我很想要看看那个宝可梦用那个石头进化会变怎样。有台。你可以用伊布啊，我知道啊。可是除了伊布以外，可是你现在你最有印象，除了伊布以外，好像就没有特别多了。像是快那个、欸、口袋花也可以吧？口袋花也可以。快泳蛙好像也要石头吧？还是不是？快泳蛙，蚊香蛙要变成那个快泳蛙的话，它好像水之石。对啊，水之石，因为我们这边其实最容易找到就是水之石的碎片的。是啊，非常非常的多。我们这边什么没有，水最多，还有遗迹超多。整合。我的麦因为开太大声会有杂讯，所以有时候被听到就甚至。你可能之后要检查一下你那边的那个插头啊，或者是什么的。前两次其实都是正常的，可是从前几天开始，就从台北回来之后。哇，他就开始有杂讯。是因为是有用一段时间的吗？
有啊，之前有用过啊。没有，我的是说时间长嘛，大概有一年嘛。我现在比较在意是那个。你说哪只麦？你现在用的这支麦啊，对吧？新的哦。那我可能建议，那你可能要看一下你的那个主机插头啊那一类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好。有时候可能是因为那个氧化掉了，清洁，要不然就是里面可能接触不良之类。像我的主机前面就是完全直接换一个新的板，因为我之前的都已经不能接触了，就坏掉了。我想看灿哥开台，开台了。之前灿哥又跑去玩那个马里奥医生，吼，玩觉得很欢乐的游戏。因为游戏等一下12点要开了、他在那个，他在等12点。哦，你说他在那之前的那个？那个东京啊，他在那个宅之道玩的那个。哦，东京奥运。哦，那个没有、啊、他有一方面，他有时候要等那个十二点之类的什么。他有时候一些游戏，他是在玩，就是玩那种可以随时随地就。也不用玩完没关系，反正就只是玩一玩，然后就是怎么讲？因为那个时速很重要了。哇塞，那墙壁图做的真的不难看的。毕竟那个 Twitch 啊，或者是一些频道在签约的时候，那个时速很重要。是啊，安哥规格外。我现在在努力走路中。大家都在努力走路，我也在努力刮机。好像我现在 YouTube 开台好像要开一个五个小时，但我都现在也都没有五个小时。哦，啊！又飞出去了？为什么会飞出去啊？你是因为有翅膀的关系吗？按跳啊，按跳啊！我哦，你按为什么按跳啊？加速吗？啊，对啊，我在加速中。开加速。开加速器喽！有人会看，有人有看到会飞的小玄石吗？我是怕我狙啊！会飞啊？小玄石不是那个吗？有一双隐形的脚吗？之前那个梗图，那个小玄石会飘在空中，是因为有那个透明的脚。对，超智障的，真的。他不是因为是之前的那个什么东西去用？哎，我又有一只伊布了，我两只伊布了，是伊布。恭喜你有两只伊布了。是两只公的还是一公母的还是两只母的？两只公的。等一下啦，C罗，你给我的那两个蛋都好啊，三只都是伊布啊。啊、老板，哎呀，我付出一步了。我三只，这是怎样？哇哦，是不是？我三只都是一步啊。所以你也给我太多一步了吧？没有，我是给两只一步啊。最后一只可是真是随机到的。太强了吧？一步命，免疫器的问题啦。哦，这样子我就可以用那个最初始的那个雷伊布跟那个火伊布跟水伊布。对啊，马虎勇敢跟固执还有乐天，哇，伊布大家族，我應該而且上一次你的都是公的，对，为什么是公的？我不是很懂。哎、欸，我真的在这边这么久，那两颗蛋好像是不会孵出来那种感觉。完了，这个准神看来不想要甩你。他连裂开都连没有裂过、哦，哇塞，太厉害了！错啊！哎，碎片是要几个才可以合成一个、啊？四个？九个、哦、？Nine。那这样子不够，我要先去找一下。受粉状况还不错。火跟裂哦，我火跟裂都有呢。我需要没太阳，你不算要用多的啦。而且超多蝴蝶的蛹，超恐怖。我这边还有叶之石，然后哎呀，有叶之石吗？果实去，有人要来欣赏蝴蝶的蛹吗？变超多的。蝴蝶的蛹，蛹儿。我知道叶一步，他好像是要找什么青苔石，青苔石然后进化，然后生的。那太阳一步呢？看一步，亲密度，哦，亲密度。然后之后你要，然后要在白天。如果是晚上的话，就是夜那个夜那个月一步了，夜一步。这样我就找一个是月的，一个是找一个太阳的就好了。哈哈哈哈哈。
夜衣布，我记得好像是拿这个东西、啊。我需要，找一下。我需要水之石，目前缺，我还缺两个。这个好像是这个。你要水之石来 ，OK， 来找我。我还缺两个碎片就可以了。来找我。等等。就我来找。我来这真的什么都没有，一堆小玄石。好，因为你用幸运搞挖是不是？有幸运、啊、哦，他哦对哦，他用这个挖很快，忘记了。Nice。你该不会也有火之石跟雷之石的吧？哦，开始想对了。你会有吗？等一下。我还真有啊！你刚才哪边挖到的、啊？还是他制造出来的？就挖的啊！你拿这个干嘛？挖矿用的啊！挖矿的。对啊，挖矿用的啊！你难道就是矿工彼得吗？耶、yeah. ！看起来像琥珀的那个矿石、欸。下面几个彼得是什么梗？玩具总动员二的梗。我是这边全部前面一整排都是，然后雷，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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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哎哎，卡住，耶，拿去，嗯，耶，麻烦，上这里拿去了，随便，没知识，哇，嗯，奇怪了，为什么这两颗蛋一次性都进化？你拿到一个愿望，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三种衣物一次拥有，感觉好像是哦，它完全不裂哦。你拿到空包蛋了，真的？空包蛋，它、啊、有啦，开始裂了，开始裂了，我、哦、开始裂了，终于，哦，只有一颗，是哦，原来是我还是一下才会裂的，要走到很远才可以耶，应该说要走很久。好了，我要准备让它进化啦。哦。我们来看，我们来风波面前看一下他的衣服怎么进化。啊？在哪里？在孵蛋区。孵蛋区后面的交易那边。孵蛋区、欸。他在乱跑，他在往别的地方走。哎，这是。一步来。啊，他进化了。啊，他进化了，他进化了。拉长了。身体放出白光。哦。他冰冰的 ，biu biu 了，哇哦，雷一等的雷伊布，是吧？我要小心，说不定就变成有三只雷伊布就挫赛了，我可不想要。哇，天堂市场那个不大对啊，我们那个。进化的时候，宝可梦会像黏那个橡皮糖一样在那边拉扯，然后再塑形。哦，哎，随意啊！哎呀 ，C 罗，你拿走我一个啊！我拿走你一个什么？牧场机组啊！你有跟动一个是不是？我没动啊！奇怪，那为什么它其中有一个我放了两？中间是两个是我的啊，然后这个我不知道谁的、啊，我不知道走这个我跑太远了吧？他去哪里啊？哪里？你要去哪里？去哪里？一边跑一边进化。为什么？推回来。对吧？哇，尾巴好大哦！天哪、啊，火一步。他有那个哎、欸，这个不得用哎、欸，给用。想要趴在上面。麻烦你不要拿那个。等一下我那个我都看一下他的那个特，因为他有一个不知名的方块。我看他的特性，炎烧哎、欸，受到火属性。对啊。哦，受到火属性招式无效，会自己的火属性伤害会上升。好、哦，太好动了这个。去哪里？啊！哎、欸，他卡住。哎、欸，他受伤。他哎、欸、，C 罗，所以你这台也不能动，你动不了这台吧？那这一只的，我靠，那这台废掉了。哇，我雷伊布也是蓄电的、啊，又一只蓄电。你要去哪里，大哥？不要乱打。因为我也动不了。他没办法拆。你要动之前跟我说一下嘛，我现在蛋糕废掉啊、哦，我要再做一个蛋糕。蛋糕少一个了。我等一下，你怎么？哦，等一下，因为我刚在挖。我水伊布是储水、欸，天哪！啊，挖不掉啊。
他说水属性攻击的时候要回复血量哎、欸。哦，好，好棒、喔。我现在有两只是受到攻击会回血的，一个是受到火属性攻击，那个同样属性攻击会增加火属性攻击力。嗯，奇妙的设定，真的。每一只都是一样的吗？我觉得伊布它的这应该是属于常见属性，应该不会是属于稀少属性就是了。像我之前电灯怪，我在以前练等的时候，我很想要它用。它有个稀少的属性是储水，它有蓄电跟储水两种，可是蓄电是比较常出现的。好了，这个不常金属就确定废了啦。对啊，我用创造把它打掉就算了。你那是用复制出来的吗？不是，那是我放的。它好像貌似不知道，好像是用飞鸟用那个。哦，不对，我那台有用，不是我那台有用过那个，因为我那个也用过。我好像用过那个扳手把它改过方向吧。那台我用扳手改过方向，扳手应该没差。这次你有用那个杆子试过啊？没有那个杆子，我另一台也用过啊，我另一台也拔起来过啊。怎么这边有奇怪的那个？知道干嘛？大概是 Made in China 啊。真的 Made in China 比较好啊。怎么这边有荧光石？知道干嘛？我觉得林丹塔比较好一点。没有，因为不够亮啊。啊，不够，没有啊，这到时候再瞧啊。现在只是一个雏形出来而已啊。之后变怎样，我还不确定呢、啊。四个边这边不够亮啊。因为我不能，因为有些，因为那个只是最低限度的照亮点呢、啊。啊，我不能够全部都放那个、啊，要不然它就没办法滑过去了。嗯。可能之后要花灯好了啊，没有，可能之后这个要用那个啦，那个 PSI。哦、oh, ，shit， 直接照射，没关系，那个旁边有那个我自己有，我身上有。没有啊，你可以就附近荧光石再加一加就好了。你需要降火器。看那西米的那个币。哎。之后这个地方会是要试试看，因为我这个我没有试过，这我就没有试过这个游戏。我是觉得铃铛塔它可能比较像那个就是古代日本的那种塔，有没有？很像什么斗技场之类的吗？就应该说类似像什么那个什么剑，那个日本古时候不是有一些那个什么塔之类的，还是什么那个？什么？差城？那个什么寺？好像，我觉得可能还蛮像那种什么本能寺的吧。可能在继续建上去吗？基路城啊，本能城。没有这个啊。其实，如果你旁边再放几个大那个什么，我觉得比较像这个东西了。旁边再放几个那个什么东西啊？那个什么医疗，那个宝可梦医疗箱跟电脑，这边就是另外一个近期用的了。你是说什么？ Yeah. 没有啊，因为说我是想要弄那个孵蛋塔啦。没有，我说这边就是另外一个竞技用的那个对战场。也行。就是有那个，如果不要用的话，你就要把那个木门陷阱清掉。我先放南瓜灯让它照。怎么歪歪的？歪了。没有，因为你这边栅栏少放啊。我知道，那就目前先让它亮就可以。雏形我知道啊，对啊。嗯、冰砖如果我下面放灯的话，它会不会亮起来？它好像不会上，它好像不会弄上来。它不会照亮，对不对？有的。你要会浮漂浮的灯吧，因为你用这个这样子的话，它不是会那个吗？就是会阻碍它那个滑、啊。所以到时候这边要用一个圆那个嘛，半圆形的那个圆顶嘛。你用那个啊 ，Botania 灯，不然就用 PSI 这种东西啊。你要放在上面，你也可以穿过去啊。因为其实蛮可惜的，竟然蛮可惜的没有装那个方块。那个方块的那个灯。有一只僵尸穿冰鞋要上来跳 disco。来，哎，不错。这只是什么的？这只只剩一滴血了、欸。那个好像是 HR 的滴血。还没看清楚就死了。缺点的确，他是那个，不对，好像是，或者是不然就是 Rollcraft， 因为他看起来像是模组的工程师。我看一下，以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情况下，他能丢多远？哎呀，
哎呀，你讲，好像蛮痛一下哦。三四五六七，大概七个哎、欸。如果我只一般直接这样丢的话，那如果我丢跳不丢了。哦、大概也是啊，没有接近到八个哎、欸，打一下好了。大家说还了没啊？还没，还没啊？感觉这个东西还需要研究一下，就是来采蜜蜂，采蜜蜂。现在玩养蜂会不会太晚？不会啊，你现在还有人带你、啊，还有人可以带你养蜂。大欢迎，这边有养蜂大亨好吗？因为是野生的蜂都采完了，附近的采完了，你要去失落世界采。嗯，失落世界很多啦，很多失落世界都没有通。没有，其实有时候我也就跑去失落世界找了，不过大部分还是在这个地方找就是了。啊，有些特殊的蜂你要跑到地底那边去找。哦，岩石蜂。原始蜂跟大理石蜂可能就要那个地底找，要逃嘛，就要在里面慢慢找，这样子就是。二等，打，没了，再见。啊，什么时候十点半都不知道啊？因为我们刚一直在沉迷，再两分钟，刚刚一直沉迷于。刚沉迷蛋蛋吗？看不到。喜欢就订阅跟追，拜拜，见，晚安，拜拜。八八八，八八八，下周是哇，下周是 Building Game， 晚安，请敬请期待大家的旷世巨作。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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